我哎，现在我们宣布开始开会。那请大家媒体请往后好吗？哎，这样没办法开会。哎，对不对？请往后好吗？到你的记者席那边，不然这样会影响我们的开会。这里不要讲蛮久了，要讲一英雄。所以，请媒体记者李世先生，可不可以往后移动？好，这样我们整个议事的程序才能进行哈。手上有的。好，那我先就是今天的会议是本委员会哈接受我们昨天11月8号由苏院长主持的政党协商结果指示啊，就10月5号的本委员会的录影哈，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来进行勘验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由各党团推派代表来参与这一次的勘验作业啊，现在我们就开始，那请。刚刚有做初步的一些协商，那请这个柯总召来做一个说明。哎，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各位媒体哈、昨天早上有超额协商，事实上这个时候超额协商在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党团之间在彼此都在谈这个事情，对于劳基法修正。一路走过来的纠葛，哈，以及冲突，哈，那都想办法来处理。所以昨天超委商结论是说，今天下午，今天早上，勘验录影带，那下午超委协商，那下礼拜二公听会。那至于今天，我建议是不是大家来听看看，刚才稍微初步交换一下意见，哈。今天主席是把今天早上所有的议程全部空下来，好。哎，打不超委协商，所以早上就来全部来勘验。那勘验范围包括哪里？是包括当然包括立法院的公报室的录影带。那其他各党有任何涉入到都没有关系都没关系。那就全部放了以后，大家登记发言，一个人要几分钟，让我没有什么意见，反正整个早上，那把这个时间用完，3分钟5分钟都可以。那发完以后。第一个，既然下午有超委协商，当然在这里不做处理。否则的话，但你讲要不要表决？怎样？就大家上感情嘛，那我比较期待就是刚才跟各党团沟通，大家都认为你发言以后，你看了以后，你认为哪一段有问题？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提案，王益民认为几点几分那里有问题。我要找很多联署或个人提案都可以，都送上来，反正算这个都提上来没有关系。到下午超委商时，我们一个到书面一个来处理，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早上程序上可能是会比较好进行啊。我希望今天既然要勘验，大家都很诚意。昨天超委商谈了两个半钟头，那应该有一个很至少很顺利能够让这个会进行。然后下午两点超委香再论吧，因为在这里也不必再休机了。既然超已经讲好超委香要处理嘛，那就面到院长会来处理，来主持，大家共同来面对，这样好不好？我说以上的建议。来国民党的代表。谢主席让我有机会代表国民党来做简单的发言哈。
刚听了我们柯总召的谈话，原则上我们都同意这样的一个处理原则。在我们面对千万的劳工的权益跟生活的这个大议题的时候呢，我还是要劝大家要从最谦卑的态度来面对，真的绝对不要说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啊，一定要按照你的意思，我们绝对不会容许这样。我希望柯总召的这个谈话里面，我 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讯息了哈，尽量开放所有的影像，尤其是昨天我们在朝野协商的时候有提到，以公报处的录到的为原则，我觉得这个原则不对。我们还要看他的影像，有的公报处不一定会录得到那个音，但是影像有啊，所以我不晓得我们的影像的功能怎么样，是不是也细到可以从他的比如说嘴型的表达，如果音没有录到，但是他已经表达，我眼神也可以啊，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么细腻，我们要做到这么细腻的哈，我们要做到这么细腻，我们才能够还原那个最真实的整个过程啊。我特别要再表达这个部分。那么，当然后续我们下午还会进行朝野协商，针对今天委员会上午所进行的整个勘验呢，再进一步的讨论。以上。来，等一下，来时代力量的。总召，谢谢主席哈。那我想仅代表时代力量觉得说，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在卫环委员会能对影音进行勘验，我觉得是新国会很重要的一步。代表说，其实我们在委员会所作所为，是应该不只是我们自己内部做检验，也要对社会做交代。其实很多影音，我想这边不只是我们立法院同仁，其实很多记者朋友大家都有看到，当天都在现场。有没有异议？有异议的声音非常大。所以这不只是麦克风有没有收到，我把它讲完哈，麦克风有收到的问题，而是民众都在看。我想昨天所有的舆情舆论，大家都觉得其实这今天是很重要一步，也觉得说立法院真的开始理性公开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我想时代力量的立场是，我们支持这样的勘验进行，我们也希望各个版本大家来比较，好，真相呈现。我并不认为真相呈现出来之后，好，政治力可以去扭曲它。如果大家都看到呈现给台湾民众知道说，其实立法院里面委员会里面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我想这个都会有说服的效果，也会让民众对立法院的信心更为增加，也不会有这么多民众在外面做抗议。我相信劳基法修正的事情是全台湾民众都非常关心的，更重要的是整个立法院委员会的讨论是不是理性公开。那我们希望今天各位，我们真的好好坐下来勘验这样的影音录影带，然后我们好好去论述，我相信这是台湾社会对于立法院的期待。好，谢谢。好，对不起，我们现在是只有总召各党的，等一下我们程序，等一下在叙述的时候再补充好吗？嘿，好，因为我们先让各总召都上来表达了哈，所以亲民党有要说话吗？嘿，有听，日本都是绅士。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同仁哦。我想在长期以来在立法院哦，那针对整个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程序的内容跟它的程序正义的问题哦，这个在会再做一次的整个的一个委员会的内容的一个勘验哦，这是一个我想应该是首例啦哈。以前有过，不过也像这样子的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少的一个现象哦。那这一次针对不管是一例一休也好，或者是两例也好哦，
其实在委员会在我们的所谓的立法院的委员会，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讨论，大家能够和平理性来讨论，这是一个他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原则哦。那委员会出了委员会以后，如果有什么样的意见的问题，然后再经过朝野协商，然后去取得更好的一个共识，我想这个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在走的一个程序跟他的过程。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里面当然是有他的各方面的疑虑的地方，那好不容易我们昨天在各党朝野协商里面其实可以取得共识的，就是说首先我们先大家共同来表达他的看法跟意见，那对于录音录影的问题，然后大家会来做一个，现在是要做一个勘验嘛，那勘验出来的以后再来决定他是不是符合我们整个的委员会开会的一个程序跟正义。那符合的话，我想大家朝野大家有签字的符合，那我们就让他继续往前走，那如果不符合，我们也希望就回到原来的委员会，大家重新再来一次。我想这个就是在这一次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认同的一个地方哦。那我们也希望的就是说大家能够用理性的态度，然后更能够用冷静的态度，然后来处理这个问题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也要借由这个机会，也要来再一次的看哦。今天美国总统的大选，那大家看到了就是说，究竟是希拉蕊当选还是川普当选？其实这两个人的当选，为什么会？我今天要提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两个人在美国他的民调的支持度，他的满意度。不满意度都超过50%。其实这两个政党推出来的，简单来讲，就是从两个烂的里面挑出一个好的，挑出一个比较不烂的人出来。那美国这么样的一个民主的进步的社会的一个国家，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就是两个政党绑架了这个国家。那今天我们也一样的，要回看到冷静，看到我们自己台湾的内部。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政党绝对不要去绑架了这个国家，不管任何政党，而不是站在政党的利益做出发点，而是应该要站在一个我们全民的利益做出发点。所以政党的责任，当然就是民主政治是我们来讲的，就是政党的责任制。所以政党的责任制更应该要有责任的来符合我们全民的需求。好，所以我再一次的呼吁我们各政党的同仁哈。特别是各政党，我们更应该是不要站在政党的利益来处理事情，哦，那不要为赞成而赞成，不要为反对而反对，哦，我们应该是站在全民的利益来看这个问题。我想这样子，未来这个问题才有它的解决的方向。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来，等一下，我就做程序上，我来做一个宣布，好吗？好。哎，因为今天勘验的一个录影带的内容是根据我们立法院议事转播网际网络多媒体随选视讯系统，就是，好，那进行实况的勘验。其实昨天院长交下来是这样的一个内涵的勘验了哈。那刚刚有提到好像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录音。所以国民党这边也提供了一个这个档案，好，待会我们就一并的来播出哈。这个刚刚是经过党团协商所有共识的部分，因为这样的一个勘验确实是我们国会史上的首例哈，所以我们待会把它摊开在给大众面前来做检视啊。那我们今天的程序，我大概稍微宣布一下，对于本席待会的程序，如果有异议，再来提出程序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待会就是整部的录影啊，除了我们议事处的一个录音啊，播出之外，国民党的这个也播了一次啊，全面两个全部播完之后，好，播放过程中请勿中断，然后让它整个播完啊。那看完影片之后呢，我们各党团代表再行发言哈。那党团代表还是要本院的委员哈才代表发言哈。那至于发言的党团代表有没有限制人数，还是大家都要？不用限制人数啊，好，要发言者就请到这个我们台前来做发言的登记哈。那发言的内容呢，请针对影片，对不起，那个时代力量也有影片是不是？
哦，那就有三个影片喽，哈、哦。好，那本院委员哈，本院嘿嘿，因为这次是政党协商，嘿，到我们会议会到12点哈、哦，所以这个是今天整个这议事的程序。那发言的内容，请针对影片有疑义的部分进行说明啊、哦，我们议事处的人员会记录。好，但是各委员呢，针对你在针对每哪一分哪一秒啊，哪一个有疑义呢？我们也请各委员在会议结束前把发言内容能够以书面的方式记录下来，交给我们议事组哈，不然怕记录有一些疑虑啊，或是大家有一些争议哈。那发言的过程中也可以再回溯播放影带哈，录影的部分。那我们每位委员是不是发言以3分钟？还是可以吗？3分钟发言，好，因为可能登记的人数如果多的话，好，啊，好，5分钟是不是？好，5分钟哈，好。什么时候还回播？对，所以我要问，回这样回播的，就是他发言过程中需要回播，我们就回播，我等把它完成好吗？好，好，那我们这次的勘验我们不做决议啊，因为还有临时提案也不做处理，都会交给所有的这个勘验的一个情况，都会交给下午院长主持的政党协商来处理。好，这样子整个程序有疑虑或是要提问，嗨。谢谢主席哦，针对刚刚主席宣告的这个程序的部分哦，我认为因为今天大家是要针对事实来勘验嘛，所以不是说每一个影片播完一遍就开始发言，而是说播完一遍之后应该要倒带回来，比如说国民党我们有具体主张在几点几分那个关键时刻，譬如说我们说9:02-57，9:14-33-37，9:15-28-36，9:16-19-26，关键时刻我认为应该要倒带重播，而且倒带的次数以我们在场大家听到最清楚为止，而且我建议待会的音量不可以小声，要大声哈。跟刚刚我的宣布没有冲突哈，我们在发言的过程中如果针对哪一个时段有疑义就可以再回播重播，嘿，对，来，好。那主席各位，我相信大家今天是用沟通方式哈，啊，最理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应该都可以讲得清楚。不过刚才王一鸣委员讲，就等一下就基本上，我再重复讲一次啦，好，今天早上全部要处理这个，好，处理这个勘验的事情，因为下午2:30要朝野协商，所以早上这个时间，请大家把握。到12点以前，至于一个人要涨3分、5分、几分，主席征求大家同意就好了，这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呢，你讲完以后，对，你下午不可能再看、再听录影、录影带嘛？你讲完以后，你把你所揭示的重点，几点几分有问题，请你签名就送给主席台，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到下午大家去看，再稍微想来处理、来论断，因为真正在这里不可能做表决，也不会做表决，也不啊没休息。阿没玩家，吼、哦，阿、啊、得大概有想问的就个，但是呢，要不要倒带的问题哈、哦，你只要一个人哈、哦，3分钟、5分钟，你只要倒带，再倒来倒去哈、哦，你的时间就结束。你是不是在你3分钟、5分钟范围内去倒带这个事情？啊，对不对？你每一个人都要在倒带，你倒是要你，对，你要想清楚，你要讲清楚嘛，好、哦，你是最难，你干脆叫哪一。幾點幾分，就是你要对哪一分哪一秒有问题，先讲清楚。我们的意思是，你要协助倒带回去看呐、啊，哈。要倒带，你要倒带回去看，反正在这里不做论断的嘛，是，也不做，哦、也不做表决嘛。所以倒不倒带，其实下午曹海翔都会弄得很清楚，一段一段都很清楚。啊、你金马公、王一鸣、我金马公会倒带，倒带再开一小时，啊，你是3分钟、5分钟范围来啊，你要用你的时间，我无意见。你为啥去解？我们共产党能用到10个代，像其他人要怎么搞？用发言时间，对，是不是？我们大家把时间公平性讲好就好了。对，反正就12点到12点嘛。好，是。还是你要到，你就刚刚写清楚。我现在所谈的是哪一段，写清楚就好了。啊，你按照嘛决议，吼，你公平个选举不要紧，吼，那都无所谓。嗯，好，反正安尼好不？我们只是说现场那么多客人，在大家在关键好。嘿，大家都一开始就会碰的嘛，是啊，好，那这么结论想哪？是好是怎么样好？
我们要不要当场倒带，还是在你发言时间内啊？对，就在发言时间内的倒带了哈。那你的话，你要倒十几个袋子，你文中人讲得完。所以待会整个完，对吧？至少倒带一遍，这样合理吧？不会倒带，一开始全部放大家融入摄影，大家全部摄影，然后把镜头给夹了。啊，你对，你要你的三钟、五分钟范围内，你叫他全部处理倒带，那是你的权利啊。对，你不能说我现在处理国民党所提案二十个倒带，你让他不会了，我看看你。啊，合理，我们合理的。反正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时间用完就好了，好不好？好。对啊，总裁，我们要处理就好好处理。好，我们就不害怕怎么听。在每个人发言的时间内去处理的哈，所以请大家掌握时间。那因为发言的时间，我们待会希望大家掌握，因为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就会截止，而且不再发言，会议会休息。那我们现在就来准备要开始，如果在程序上面。一个人，我刚刚说要五分钟了哈，啊，请把握在自己五分钟内要倒带或什么的啊，指出秒数分数。在倒立也没有关系。嘿，啊，等一下，还没等看完了之后再登记好不好？嘿，登记了，人形登记哦，好了，就可以登记了。好。好，那现在登记，我要开始播放了吗？没办法播放。大家坐好，再开始啦。够了，你还讲吐槽啊？还是两皮啊？来，西瓜一个做过来，再加一个，因为西瓜要给总经理做那个事宜了。好，那我们，哎，啊，这个先不顾虑到了，是，好，来，来，下一页，下一页，好。总招时间内的最后一个，这样子，好，来那个来总招，好，我们要准备那个议事人员资料差不多了吗？我们等一下先播我们啊，我们立法院的议事处的公报处的资料哈，那个录影哈，好。那现在发言登记的部分已经在差不多哈，那我们现在来进行这个勘验，我们请议事人员先播放我们公报处的录音录影的部分，那第二个播报是国民党提出的他们的录音录影哈，那第三是时代力量的哈这个影片，好，来请议事人员先来播出。好，现在已足法定开会，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议事录。请宣读上次议事录。会请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经立法院我们9月29日星期四9:14至12:17、14:30、15:00至17:13一点，本院全选了80名会议室缺席委员、民进委员等15人、60名委员、60名委员等32人、60官员、卫生福利部部长、民政员等相关人员主席、无召集委员议情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由卫生福利部部长列席报告，又报矿工队质询，本次会议由卫生福利部林部长受理。
卫生报告并备询，委员林静怡等22人提出质询，经济卫生福利部林部长受言，暨各相关主管等及时答复，决定一本月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黄兆胜、张立善、马文君、徐正伟及蔡玉宇等5人所提书面质询，六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三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书面答复。委员应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讨论事项。一、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0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一案决议，同意动之，并提报院会。二、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0年度卫生福利部主管财团法人预算解冻案11案决议，以上11案均同意动之，并提报院会。通过临时提案6案，请委员就参宣读完毕。九委员会对上次一系列有无修正？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本日议程会议程，行政院函请审议劳动基准法部分修正条文草案。本院委员王玉敏17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条文修正草案，民进党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新民党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6条、74条及79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钟孔绍等次17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修正草案，委员殷淑芬等18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及第79条条文修正草案。你是要这样解读吗？借由陈曼丽等委员提案，停止询答讨论，宣读条文。宣读条文。有没有反对？我有没有意见？啊，没有意见，请宣读条文。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时代。请宣读条文。公司之给付之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或按月应付之外，每月至少定期发票在项目之双方是年期案件计酬一同，雇主应付被劳工工资清册应发放工资，工资各项项目计算明细、工资总额等事项记录，工资清册应保存5年。行政院提案第24条，劳雇主延长劳工工作时间者，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应依标标准给给，一延长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加给1/3以上，在延长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给2/3以上。三、第32条第3项规定，延长工作时间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倍发给雇主。属劳工于第36条所定休息日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其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再加给一二3/3以上工资2小时后再继续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再交给一二3/3以上前项休息日之工作时间及工资之计算，4小时以内者以4小时计算，于4小时至8小时以内者以8小时计算，于8小时至12小时以内者以12小时计算。行政院提案第30条之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行业雇主，经工会同意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经劳资同会议同意后，其工作时间得以下列原则变更：14周内正常工作时数分配于其他工作日之时数，每日不得超过2小时，不受前条第2项至第四项规定之限制。二、当日正常工作时间达10小时以上者，其延长之工作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三、女性劳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间者外，于夜间工作不受第49条第1项之限制，但雇主应提供必要之安全卫生设施。依中华民国85年12月27日修正施行前第3条规定，适用本法之行业，除第1项第1款之农林渔牧业外，均不适用前项规定。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4条，劳工作业轮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周更换一次，但经劳工同意者不到此限。依前项更换班次者，应给予劳工至少连续11小时之休息时间。行政院提案第36条，劳工每7日中应有2日之休息，其1日为例假，1日有休息日。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依第30条第2项规定变更工作正常时间者，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1日之例假，每2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4日。二、
第一、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变更政策工作时间减到公每7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例假，每8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16日。请记者，你是先生往后好吗？这样会干扰我们会议的进行。时间减，劳工每2周内至少应有2日之例假，每4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8日。雇主使劳工于休息日工作之时间计入第32条第二项，处定延长工作时间总数半应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雇主使劳工于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时数不受第32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6条，每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2日之休息作为例假。本院青年党党团提案第36条，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2日之休息作为例假。行政院提案第37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息。委员王玉敏等17人提案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雇主或事业单位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劳工特别休假：一年以上未三年未满者7日，3年以上5年未满者10日，5年以上10年未满者14日，10年以上每一年加给日加至30日为止。6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由中央主管机关以办法定之。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1年以上3年未满者7日，2、3年以上6年未满者14日，3、6年以上9年未满者21日，4、9年以上14年未满者28日，5、满14年者第15年起，每年应给休假30日。委员钟孔照等17人提案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1、3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应给休假4日；2、1年以上未满3年者，每年应给休假7日；3年以上未满6年者，每年应给休假14日；4、6年以上未满9年者，每年应给休假21日；5、9年以上14年未满者，每年应给休假28日；6、14年以上每年应给休假30日。劳工到职日之隔年1月1日起，给予雇主协议按前项之标准1比例计给特别休假后，改采历年制累计特别休假日数，雇主不得拒绝。劳工于非自愿离职时，当年度之服务年资应按第一项之标准1比例计给特别休假。委员林淑芬等18人提案第38条，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1、6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4日；2、1年以上3年未满者7日；3、3年以上6年未满者14日；4、6年以上9年未满者21日；5、9年以上14年未满者，每年应给休假28日；6、14年以上者，每年应给休假至30日。本院民进党党团提案第39条、第36条锁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条锁定之休假及第38条锁定之特别休假，工资应由雇主照给雇主得征得劳工同意于休假日工作者，工资应加倍发给应拒绝性关系有改工必要，经劳工或工会同意照常工作者不同。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74条，劳工发现事业单位违反本法及其他劳工法律规定时，得向雇主主管机关或检察机关申诉，雇主不得因为劳工为前项申诉而对劳工为下列各款行为、各款之行为：解雇、调职不合理之管理措施、工作条件之不利处置或其他不利之处分；2、终止解除变更或不得以前依法律契约或习惯上所应享有之权。本院青年党党团提案第74条，雇主不得因劳工发现事业单位违反本法及其他劳工法律规定，向雇主申诉或主管机关检举若违反本法之行为，或拒绝以违反本法之行为而给予解雇、解职、调职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处分，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人为前项规定所为之解雇、降调、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处分者无效，主管机关对检举人身份、严守秘密外、公务员屡有泄密情事，应依法就刑事及行政责任。主管机关受理检举案件之管辖处理期间保密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七
七十八条之一有效的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依第二项之规定处罚，依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第六项、第七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至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或第七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又违反主管机关依第二十七条限期给付工资或第三十三条调整工作时间之命令，将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四十三条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间内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有前项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依下列标准处罚：处罚款一，三十里以下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二，三十里以上未满二百人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罚款；三，二百人以上未满五百人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六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四，五百人以上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二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本院持代立案党团提案第七十九条，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处新台币二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违反第七条、第九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一项、第六十六条至第六十八条或第七十条规定；二、违反第三十条、第五项或第四十九条、第五项规定者，处新台币九万元以上四十五万元以下罚款。本院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七十九条，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违反第七条、第九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六项、第四十六条、第六十五条、第一项、第六十六条至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二、违反主管机关依第二十七条限期给付工资或第三十三条调整工作时间之命令；三、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四十三条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间内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违反第三十条第五项或第四十九条第五项规定者，处新台币九万元以上四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第七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至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第五十九条规定或第七十四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者，处新台币十五万元以上七十五万元以下罚款。目前前定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得安置连续处罚。委员林淑芬等十八人提案第七十九条。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三十人以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二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三十人以上一百人以下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一百人以上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于一年内重复违反同一法条之事业单位，加重处以新台币22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一、违反第七条、第九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至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一项、第六十六条至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至第七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又违反主管机关依第二十七条限期给付工资或第三十三条调整工作时间之命令，将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四十三条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间内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违反第四十九条第五项规定者，处新台币九万元以上四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宣读完毕。现有前代立委员提案提取其答及讨论，议事人员逐条宣读后立即处理，现已宣读完毕，请问有无异议？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播放那个国民党这边所提供的资料。欺骗劳工，你们就欺骗劳工，落实早休二日，全国放假一次。9月29日星期四，9时4分至12时7分，14时30分至17时13分，一点本院庭前的八零一会议室签署委员林静怡委员等15人，16名委员林廷瑞委员等32人，6名官员、卫生福利部部长林秀妍等相关人员主席吴家竹委员一起报告信箱签署上次会议室的决定事务确定，由卫生福利部部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执行，本次会议由卫生福利部林部长赵言列席报告并被询，委员林静怡等22人提出质询，经卫生福利部林部长赵言机构相关主管等及其答复，决定一本院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各委员黄兆顺、张立善、马文君、徐正伟及蔡玉仪等五人所提书面质询录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三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二周内书面答复。委员应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讨论事项。一、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组专案1万决议，同意动支并提报院会。二、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1年度卫生福利部主管采访法人预算组专案11案。决议以上11案均同意通知并提报院会通过，临时提案6案，请委员就参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对上次议事内容无修正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本日议程会议程行政院函请审议劳动基准法部分修正条文草案。本院委员王玉敏、十七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条文修正草案，民进党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新民党党团。
这样解决吗？现在是要处理。谢谢陈曼玉德委员提案，停止巡查讨论，宣读条文，宣读条文。有没有反对？我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请宣读条文。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时代。请请员宣读条文。公司之主或协商事人有特别约定或按月运作之外，每月至少是近千八百块。项目之双方是因不案件计酬一款，雇主因此被劳工工资清册应发放工资，工资各项项目计算明细、工资总额等事项记录，工资清册应保存五年。行政院提案第24条，劳雇主延长劳工工作时间者，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应依标准标准给付，一延长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加给1/3。二，在延长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交给2/3以上。三一第32条第3项规定，延长工作时间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交配发给雇主，属劳工于第36条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其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再交给一二3/3以上工资2小时后再继续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再交给一二3/2以上前项休息日之工作时间及工资之计算，4小时以内者以4小时计算于4小时至8小时以内者，以8小时计算于8小时至12小时以内者，以12小时计算。行政院提案第30条之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行业雇主，经工会同意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经劳资同会议同意后，其工作时间等于下列原则变更一事周内正常工作时数分配于其他工作日之时数，每日不得超过2小时，不受前条第2项至第四项规定之限制。二，当日正常工作时间达10小时以上者，其工延长之工作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三，女性劳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间者外，于夜间工作不受第49条第1项之限制，但雇主应提供必要之安全卫生设施。依中华民国85年12月27日修正施行前第3条规定适用本法之行业，除第1项第1款之农林渔牧业外，均不适用前项规定。本院时代立案党团提案第34条，劳工工作者就业轮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周更换一次，但经劳工同意者不在此限。依前项更换班次者，应给予劳工至少连续11小时之休息时间。行政院提案第36条，劳工每7日中应有2日之休息，其一日为例假，一日有休息日，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应第30条第2项规定变更工作正常时间者，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1日之例假，每2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4日。二，应第30条第3项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1日之例假，每8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16日。三，依第30条之一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劳工每2周内至少应有2日之例假，每4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8日。雇主使劳工于休息日工作之时间计入第32条第2项所定延长工作时间总数，但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雇主使劳工于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时数不受第32条第2项规定之限制。本院时代立案党团提案第36条，每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2日之休息作为例假。本院亲民党党团提案第36条，劳工每7日中至少应有2日之休息作为例假。行政院提案第37条，内政部所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息。委员王玉敏等17人提案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雇主或事业单位每年应因下列规定给予劳工特别休假：一年以上未三年未满者7日，3年以上5年未满者10日，5年以上10年未满者14日，10年以上每一年加给的日加至相十日为止；5、6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由中央主管机关以办法定之。本院时代立案党团提案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因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年以上3年
年未满者七日，二三年以上六年未满者十四日，三六年以上九年未满者二十一日，四九年以上十四年未满者二十八日，五满十四年者第十五年起，每年应给休假三十日。五员中统照等十七人提案第三十八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三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应给予休假四日；二、一年以上未满三年者，每年应给休假七日；三、三年以上未满六年者，每年应给休假十四日；四、六年以上未满九年者，每年应给休假二十一日；五、九年以上十四年未满者，每年应给休假二十八日；六、十四年以上每年应给休假三十日。劳工报职日之隔年一月一日起，得以雇主协议按前项之标准一比例进给特别休假后，改采历年制累计特别休假日数，雇主不得拒绝。劳工于非自愿离职时，当年度之服务年资应按第一项之标准一比例进给特别休假。委员林淑芬等十八人提案第三十八条，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六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四日；二、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七日；三、三年以上六年未满者十四日；四、六年以上九年未满者二十一日；五、九年以上十四年未满者，每年应给休假二十八日；六、十四年以上者，每年应给休假至三十日。本院民进党团提案第三十九条、第三十六条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条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条所定之特别休假，公司应由雇主照给雇主的征得劳工同不劳工同意休假日工作者，公司应加倍发给应拒绝相关事由，改动必要经劳工或工会同意照常工作者不同。本院持在立案党团提案第七十四条，劳工发现事业单位违反本法及其他劳工法律规定时，得向雇主、主管机关或检察机关申诉，雇主不得因为劳工为前项申诉而对劳工为下列扣款行为：扣款之行为，一、解雇、调职不合理之管理措施、工作条件之不利处置或其他不利处分；二、就解雇其变更或不得以其依法律契约或协商上所应享有之权。本院青年党党团提案第七十四条，雇主不得因劳工发现事业单位违反本法及其他劳工法律规定，向雇主申诉或主管机关检举或违反本法之行为，或拒绝以违反本法之行为而给予解雇、解职、调职、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处分。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人，为前项规定所为之解雇、降调、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处分者无效。主管机关对检举人身份严守秘密外，公务员如有泄密情事，应依法就刑事及行政责任。主管机关受理检举案件之管辖处理期间保密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本院时代人时代立案党团提案第七十八条之一，有下列扣款规定行为之一者，依第二项之规定处罚：一、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第六项、第七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至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或第七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二、违反主管机关依第二十七条限期给付工资或第三十三条调整工作时间之命令；三、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四十三条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间内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有前项扣款规定行为之一者，依下列标准处罚：处罚还一、三十里以下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二、三十里以上未满二百人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罚款；三、二百人以上未满五百人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六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四、五百人以上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二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本院时代立案党团提案第七十九条，有下列扣款规定行为之一者，处新台币二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违反第七条、第九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一项、第六十六条至第六十八条或第七十条规定；二、违反第三十条第五项或第四十九条第五项规定者，处新台币九万元以上四十五万元以下罚款。本院青年党党团提案第七十九。
九条有效六个款规定，除合之一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违反第七条、第九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六项、第四十六条、第六十五条、第一项、第六十六条至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或违反主管机关第二十七条，限期主付工资或第三十三条调整工作时间之命令，将违反中央主管机关第四十三条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间内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违反第三十条第五项或第四十九条第五项规定者，处新台币九万元以上四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三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第七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至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第五十九条规定或第七十四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者，处新台币十五万元以上七十五万元以下罚款。目前决定之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连续处罚。原民俗分等十八人，按第七十九条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三十人以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二万元以上三十五万元以下罚款；三十人以上一百人以下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六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一百人以上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于一年内重复违反同一法条之事业单位，加重处以新台币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一违反第七条、第九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至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一项、第六十六条至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至第七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又违反主管机关第二十七条限期给付工资或第三十三条调整工作时间之命令，将违反中央主管机关第四十三条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间内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违反第四十九条第五项规定者，处新台币九万元以上四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宣读完毕。现有陈内立委员提案停止执法及讨论，议事人员逐条宣读后立即处理，现已宣读完毕，请问有无异议？对，声音非常的大声哈。好，我可以请问一下，刚刚播的是国民党团提供的资料来源，是你们自己录的吗？是因为刚刚李彦秀委员又说要播一个，对，哪一家的新闻？好，好，因为我们要知道出处是在哪里，各种版本我们真的是搞不清楚，因为刚刚只说党团提供的而已啊，嘿。
好，要说明它的出处好吗？嘿，好，好，好，所以刚刚是由国民党团自己录的，线上自己录的哈。那接下来我们播时代力量的版本，那这个时代力量的版本是是怎么影片是自己录的吗？也是自己录的吗？声音是他们自己录的哈。那我不知道时代力量的录制是自己录的吗？也是自己录音的吗？啊？什么？信奉时代力量还是？什么什么？国民党？那他在后面，因为时代力量先过来，对，所以顺序上要先播时代力量的，嘿。这个新闻，东森新闻。不是啊，先播时代力量的啦，因为第三位是时代力量递过来的。请问一下，时代力量是自己录的吗？自己录的，自己录音的，是不是？哦，好，就是影像都是我们那个议事录这边录的，是不是？这个下午再由来，下午有疑惑，我再讲一下啦。总章，嘿，大家不要吵，好，先不要吵，没有关系啦，不要吵，反正哈，刚才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讲很清楚，所有提供什么就给他放，没有关系。基本上国民党那个版本是什么？那个是立委的影像，他自己把它盗加，所以那个会不准的。好，那没有关系，大家都很清楚，他自己承，他就是这样。今天早上是侦查庭啊，下午是审理庭，但是这下午的审理庭没有像马英九那个规格啊，没有准备程序，所以侦查庭完毕，请提供书面到审理庭来处理，好不好？好，我们就继续。对，我们先不对吧？我只是讲清楚，我讲清楚。刚刚国民党的版本一样是立法院里面的，我们是侧录的，就是他播，我们另外再录一遍的，所以一模一样。刚刚大家如果仔细看，画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在这边要严厉的谴责民进党为什么用栽赃抹黑的方式，还说什么我们在移花接木，乱讲一通。刚刚只是要确认，好。我只是要确认出处是谁提供的，那我们厘清好不好？所以刚刚的是由国民党自己侧录声音、影像，还是有我们公报处的这个影像了哈？那这，等一下，声音也是侧录你们的，就你们侧录嘛，就你们侧录。那个主席，我想哈，我们还是要确认一下影像是谁，然后声音是哪里。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国民党提出来的版本，就是说影像也是立法院的，声音也是立法院的，那跟我们的第一次提出来的立法院的应该就是同一个版本吧？对，这个我们另外再录音，他播的时候我们这样子录的，所以是录的不是立法院的版本。对，把出处讲清楚就可以了。录的是立法院的哈，请你讲清楚国民党的版本从哪边来的。好，就你的委员耳朵可不可以张大眼？刚刚大家都在看这个版本，是第一时间我们国民党就调到这个影带，马上把它录下来。为什么？我们也担心将来这个影片被做手脚啊，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先用我们再把它录一遍。所以刚刚大家看到的，不管是画面长度、时间，都是跟立法院一模一样的版本。因为我们要先保全证据。柯总刚说对了，来，对，这样子听懂了啦哈。就是国民党在我们10月5号之后，国民党就立刻把声音跟录影都撤录一次，以证实他没有篡改啊。那我想刚听下来，其实也都没有什么声，没有异议哈。好，好，来，那这样清楚了。好，这一个版本其实就是我们立法院公报处跟录音的档案啦哈，只是他们又重新录了一次，以确实我们没有任何的更动啦哈。好，那接下来是时代力量的播影片，那时代力量的出处是在哪？能不能说明一下？石永委员，啊，你们有两个版本啊？还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两个来源。那。一个是你们自己手机直播，
第一个是当天会议的时候我们手机直播的一个版本，那第二个是东森新闻提供的版本。OK， 好，啊、那要从你那个李彦秀委员提供的也是东森的版本啊、哦，那是播一次就好了，要两次两个都播哈、哦。好，来我们好来。时间希望很短了，16分钟再下去就可能一个小时了。来，我们开始播时代力量提供的是你们直播的部分。好，大声读，会议如下：这个前面的委员请按停止执法及法律，议事人员执法这个案例的处理，正式完毕，请问。接下来是东森一个早上，党团干部忙进忙出，针对一例一休，终于有了初步共识。大家都同意明天进行勘验。外患委员会将首度勘验光碟，针对10月5号通过一例一休当天最有争议的片段重新确认，那就是当时到底有没有人喊有异议。这是10月5号当天委员会录到的声音，当时赵伟成问大家有没有异议，现已宣读完毕，请问有异议？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现场一片乱哄哄，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但事实上委员会的光碟只录得到麦克风的声音，真的听不清楚到底现场真相为何，透过我们画面带您了解。再听一次，王玉敏的确大声地喊了两次有异议。因为被隔在民进党重重人墙之外，当然招委听不到，但是有人有异议就该处理，民进党强势通过的确让人无法接受。好，那个请问一下李彦秀委员的是不是也同一个版本，那就不用再播了吧，好，是不是同一个嘛？哦，同一个哈，那我们这样就就全部播放完毕哈。那我们现在就进行登记发言的，依照登记发言的顺序来做发言。每位委员发言时间5分钟。第一位是王益明委员。好，谢谢主席哦。今天终于可以让真相大白了。我想刚刚无论是从立法院的版本，国民党
第一时间撤入立法院的版本，还有时代力量自己录的版本，还有刚刚谢谢东森新闻提供的，从媒体很清楚录到我高喊有意义的这样的版本。每一个版本看下来，在最关键的9:14到16这个部分，当陈英主席他问有没有异议的时候，录到了声音非常清楚。无论任何一个版本都是有异议。我想在野党在现场怎么可能是举双手赞成，让这一个违法的会议顺利的召开完毕呢？所以这个事实今天再度经过在座各位媒体、各党团，还有我们立法院的议事人员在现场，那我们已经确定清楚了，这是有异议。所以在这边我要提出来，今天第一个，我们的审查报告不实。为什么明明现场有异议，结果我们做出来的审查报告竟然说现场无异议通过？再从9:14到16这么清楚，连续三次的有异议，争议这么大，我们的议事人员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报告说现场无异议通过？所以第一个，这个审查报告是不实的，违反当时会议的情况，当然无效。而如果这个审查报告无效，当时民进党主张用这样的审查报告发出朝野协商的通知，当然也是无效。第二个，我要讲我们的公报，我们的公报处出的这个公报会议记录一样是不实。明明刚刚大家听到都会有异议的部分，但是我们看到公报处他的报告，他不敢写有异议，都写台下抗议，所有的都是现场一片混乱。因为他们担心把有异议写出来之后，今天10月5号召开的会议就是无效的会议。因为按照我们的议事规程来看的话，按照议事规程的第32条，如果当场有异议的话，议事规则的处理就必须进行表决。请问在座各位，刚刚我们连续从9:14到16连续三次有异议的状况，有哪一次有进行表决？没有，一次都没有。所以这个是会议上面非常重大的瑕疵。另外一个我还要指出来，刚刚我们党团这边有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就是当天陈曼丽委员提出来的提案，他这个提案呢都没有被宣读跟讨论，然后就通过了，这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当天会议我们刚刚坐在台下静静的看，还原当天整个会议的情况，现场的冲突这么大，怎么有可能这个会议会按照所有合乎会议程序的情况来进行呢？当然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情况，如果会议程序不合乎我们会议的规定，这个会议怎么会有效呢？所以我想今天各党团大家都坐在这边了，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的主张非常清楚，如果10月5号整个审查的过程是一片混乱，违反议事规则，会议的结论也是无效的，因为它前面有重大瑕疵，所以有关于一例一休的相关草案应该要回到委员会重新审理，我们真正的去落实我们国会新国会强调的委员会中心主义，让这个法案可以回到委员会，我们重新来处理，让它的程序完备。因为今天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有重大瑕疵的会议，如果就按着他这样的一个结论继续往前行，将来恐怕在立法上面会留下最黑暗的一页。所以我想今天大家都很有耐心的看了各个版本，事实的真相也已经还原了。所以我呼吁这个民进党应该要从善如流，现在学界的声音、工人团体的声音，还有在野党的声音，我们都是主张回到委员会重审。那既然我们都看完了，承认10月5号有会议有瑕疵，
我们这个草案就应该要回到委员会重新再召开审理一遍。谢谢。好，接下来是陈怡明委员。好，主席、各位委员哈，那本席呢这边就要求了哈，直接要求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听一次那个版本？听版本的时候，请声音先，就是时间要暂停，好不好？我首先我们先听第一个版本。对不起，就是、刚刚就说了，在你咨询的时间，你点出哪个时间点？那我们就是不是听我们14到16分钟的版本？好好 okay, 这是你的咨询时间。哎，谁在？那个同仁不在。那在准备时间，当然可以先暂停啊。先暂停一下。哎，同仁到哪里去了？负责播放影片的，对啊，哎，要播放影片嘛，是不是？麻烦一下好吗？对，就是针对这个第一个版本跟第二个版本，好不好？就是9:14，第一个版本也要播，第二个版本也要播，9:14:33到37秒，好，准备的时间请扣掉好吗？我就只要播这个时间。9:14。好，第一个版本9:14:30到40秒，请播10秒钟。要算。准备时间，请扣掉啊！你要播的。本席宣告。这个陈曼丽委员提案停止执法及讨论，议事人员逐条宣读后立即处理，现已宣读完毕，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好，请停。好，那接下来请播9:15:28到36秒。准备期间请暂停好吗？9:15:28到36秒。我们就说播放影片的时间都要包括在里面。对，但准备的时间当然暂停，否则议事人员这样子就会有。不会，他不会刻意耽搁。我知道，但是。有没有反对？有异议？反对。好，那我们注意没有通过。有异议也都有听到。好，再过来9:16:19到26秒。由本席担任说明人，请问有无异议？好，我们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散会。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听一下我们国民党提供的？其实这个是侧录的版本呐，哈。其实这边没有造假的部分。如果来听看一下，也是一样，9:14，好，来。麻烦一下，9:14:33到37秒。我们侧录的版本哈，其实不晓得为什么了哈，反而听得比较清楚哈。所以后面最其实议事人员应该根据的就是这个版本在做记录。所以你现在在会议记录上面，好，上面说，台下只有写抗议，其实是不对的。台下不是写抗议，在讲的是有异议，哈，就其实在第88页这边，哈，那个，所以本席是觉得说我们在听这个东西，应该要注意这个部分。议事人员，哈，来，请播，哎。好，那不管怎样了哈，我们后面那个在听我们版本的，或许也可以请万安或者是燕秀委员可以再来听。不过本席要讲的就是说，从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在劳团已经有7个人，好，从上礼拜五开始绝食，昨天有3个人送医，现在还有4位还在继续绝食抗议中，绝食时间已经超过了116个小时。本席在这边要呼吁。民进党团应该要倾听民众的劳团，
好的声音，好，他们要求的就是拒砍七天假，同时要开公听会。我们希望说这件事情应该有给他们一个好的交代。好，那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大家能够平心静气的来听好这些录音录影带，也希望我们的议事人员在听这个东西的时候要秉公处理。还有呢，我们的整个的专门委员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要加油添醋，也不要乱修改这些东西，因为这样做的话是会违反，好，是会违反刑法213跟214条的。好，以上，谢谢。好，接下来是李彦秀委员。谢谢赵委哦。我想今天这个有机会在经过各党团的协商之后，终于有机会还原当天10月5号的录音带，语音的录音带哦，这个让现场所有议事人员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案子，整个案子我们已经认为已经涉及到伪造文书的部分。如果没有机会从各家媒体或我们自己测录的影带当中再来还原当天的状况的话，恐怕在现场的议事人员都涉及相关的违法的问题哦。我再一次强调，除了刚才，我想我就不再重复赘述，9点12分到16分之间有三次有异议之外，事实上那一天陈英召委所主持的整场会议事实上也是违反议事规则，是因为那一天所有不分党派所有涉服未还的委员大家都有登记要发言，请问那一天还没有开始进行讨论，何来的停止？即便停止，有没有尊重每一位委员希望开始答询的意愿？我相信从刚才整场录影带当中根本没有所谓任何委员针对于民进党陈曼丽委员提出来这个版本有任何答询的动作，即便他最后提出说停止讨论，停止讨论也要问在现场的委员那一天有没有意见，这是根据议事规则第28条，立法院的议事规则28条所写的非常的清楚，那一天陈英召委这是第一个我看到的瑕疵，除了整场公报的会议记录错误之外，这是第一个瑕疵。另外，根据议事规则第33条，出席委员提出停止讨论的时候，也必须要有15人以上的联署复议哦，也要由主席来进行表决的动作。那一天到底有没有表决？我想从刚才无论是立法院的影音的版本，到我们所提供出来，无论是时代力量，无论是我们自己，或者是东森媒体的版本，都写得非常清楚。两个这个中间时间，无论停止讨论、开始讨论，都没有进行答询的动作，这是违反议事规则的部分。所以我想，这是以上整场议事规则如果没有进行完备的话，事实上这是一个有瑕疵的那一天的会议记录。所以我不认为根据这样的瑕疵的动作，那一天的审查已经算是完竣。所以我认为应该一律一修，民进党陈曼丽委员所提出这个版本应该是退回委员会重审。那一天在现场所有朝野各在野党所有党派的意见，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今天大家虽然是在这边听影音，但是我希望民进党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要这样子说服全国的劳工，是立法院是这样组织议事规则。民进党立法院其实不是民进党开的，如果要这样子处理下去的话，违反议事规则处理下去的话，我相信国人不会信服这样的执政党。未来在立法院所有重大法案，包括电业法，包括美猪的案子，请问你民进党两位召委要这样子搞吗？你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我希望这个案子要退回立法院，退回委员会重审了。这绝对不是回院会重审，因为一例一修这些条文，每一个条文如果回院会重审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针对条文逐字好好的来讨论，也没有机会修改。我相信立法院绝对是委员会中心主义，只有逐条在立法院在委员会里面好好的逐条再一次讨论，才有机会让劳团的声音、年轻的声音在这个意见当中好好的表达。我希望在现场几乎都是我们涉服未还的委员，我们不要自掩武功，回到委员会重审。我相信这是我们立法院委员会中心主义的初衷。以上，谢谢。好，接下来是蒋万安委员。
谢谢主席啊，我想今天啊说再多都比不上整个事实还原的真相，所以我想利用的时间，我们再播一次哦，刚刚我们的版本提供东森新闻的那个版本。时间先暂停哦。欺骗劳工，你伪造欺骗劳工，老实。我想我们刚刚已经放过一遍了，先放一下东后面。一个早上，党团干部忙进忙出，针对一例修，终于有了初步共识。有人说没有，但事实上，委员会的光碟只能了解。好，暂停。我想事实非常清楚哦，王玉明委员当天在台下喊了非常清楚的两次有异议。我想我们今天在这边利用再多的时间讲啊，都比不上事实的真相哦。当场很清楚，台下有异议，所以今天根据这个会议记录的记载，总共有四个很严重的瑕疵。当然最关键的就是在当陈曼丽委员提出停止询答讨论，而问陈英委员啊，招委他说有无异议。台下非常清楚，不管是立法院的版本、我们侧录的版本，以及东森新闻刚刚非常清楚台下喊的两次有异议哦，都非常的清楚哦。可是招委完全不处理，充耳不闻。但第二个关键，也就是在最后，七项审查完竣，党团协商宣告哦，审查报告送院会，再次问有无异议。台下也是非常清楚，王玉明委员喊了有异议，所以这次的这份会议记录远远比不上今天事实的真相。我想不管是哪一个版本都非常清楚，今天我们在委员会勘验这些当天的录音录影带非常的清楚。今天好，所有的劳团朋友在一再的抗议，希望这个案子重新回到委员会审查。我想不管是在野党哦，甚至我想民进党的委员，今天你们也没办法再次否认10月5号当天非常清楚哦，会议当天哦，你们处理是完全不顾议事的规则，所以当天的会议是完全无效，必须要将一例一休的这些所有七个案子重新回到委员会重新逐条审查。在这一次会议记录里面更严重的瑕疵哦，是在当停止询答讨论之后，需要哦所有的议程进入逐条审查的时候，竟然招委不处理，他甚至连问有无异议都没有问，直接哦处理陈曼丽之后提出来的复议案。而关于复议案的提出哦，台下其实我们也有提出有异议，但是完全没有处理，这么大的瑕疵完全是指出10月5号当天的委员会绝对是无效的。我想今天所有的劳团朋友，所有的民众都在看10月5号我们当天审查的会议，如果开了这样的恶例，未来不管在其他任何的委员会，任何攸关民众的法案都可以照这样的方式草率违法的这样通过，而且要求议事人员哦不顾事实的真相篡改擅改会议记录甚至审查报告。我想这是民众所没有办法接受的，一旦开了这个恶例，今天是劳工朋友的权益，未来可能都是每一位民众你的权益，攸关你们福利的法案都可能因为这样草率违法的通过而被严重的侵害。我想说再多比不上今天事实的真相，也不希望因为非常清楚我们已经还原事实真相，到了下午协商的时候哦，又再次的把这些事实的真相给抹盖掉。我想今天所有的人都在今天哦看到了这么清楚的录音录影带，再也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希望我们立法院的所有的议事同仁，所有不分党派委员能够坚持事实的真相。我想在下午协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坚持我们的立场。好，接下来是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不在现场。那接下来是洪慈庸委员。主席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侧录这个画面的呈现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天的会议，15月5号的会议就只有一个字叫做乱。好，所以当天的一个会议到底有没有效？其实，在我时代力量认为是当天的会议是无效的哦。那刚刚前面国民党的委员已经针对当中的争点已经提出来，包含了有异议以及陈曼丽委员他的第二项提案根本就没有提出，根本就没有宣读、没有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当天的会议的程序是根本都不完备的哦。那我还是必须回过头来说。立法院是一个多元声音呈现的地方，法案的好坏各自都有论断，那我们也只是把这个社会上面的声音来做一个提出。如果说在立法院在这个实质审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落实法案的审查，那我不晓得我们委员会到底要做什么哦。那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已经画面有一个呈现，声音也有一个呈现，那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当天的会议是没有完成，或者是没有完备，或者是会议无效？我觉得大家要扪心自问啊。好，今天如果我们可以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跟当时候服贸有什么差异？好，这件事情我觉得站在程序上面，我们必须承认那一天的程序是不完备的。好，那所以我希望说，今天下午的这个协商的部分哦，民进党党团能够针对我们一直以来从这个议事录出来，时代力量一直在争议的部分，提出正面的一个回应。哦，如果当天这个提案二，这个附录的提案二，我们根本就连宣读都没有，连处理都没有的话，这个怎么可以是完成的，是一个完备的一个程序哦？所以时代力量的一个立场非常非常的简单，所有的法案有这么多的版本，不管是时代力量、民进党的版本。劳动部的版本都已经提出来了，那就好好讨论。从10月5号到今天已经过了1个月又4天，如果说我们当时候能够好好的进行会议讨论，我想这个案子不管结论是怎么样，现在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结果了，好，不会到今天还在看这个录影带。我不晓得说这样的事情要怎么样跟全民去交代，好，浪费了1个月又4天了，那我也不晓得接下来还会继续浪费多久的时间。好，所以这件事情，我希望说，各位委员呢、也不只是我们今天也不是只有针对民进党，我们希望说未来的会议，大家都能够针对实质的法案来做讨论，好，而不是只用议事的杯葛。好，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好好讨论的话，我相信我们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以上，谢谢。接下来是徐永明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哈。我相信刚才我们重复看这些录影带、这些影音哈，我想对每个委员其实都是一个折磨了。好，我相信我们进立法院，我们都有一些崇高的想法，希望把我们的一些理念跟政策。付诸实行，可是我们从来没想到过说，过去我们所厌恶的旧国会，我们觉得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处理，好，结果刚才一看，这个刚才我还想说我要不要重播，我想说不要了，我也不要折磨我自己，好，虽然我们看得很清楚，其实在我们委员会版本的9:14，好，前后。其实有异议的声音在其他版本都有呈现出来，我想我就用口头描述就好了。好，那我这边要提的是，时代力量会提两个案子，好，针对第二案，好，刚才其实慈庸委员也有提到，陈曼丽委员的第二案是不是有完成？好，那第二个，好，是不是有人提异议？那招委进行处理，这样是不是有违反？好，整个程序。那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撇开党派。我们只要看刚才那些画面，
我们就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这整个委员会并没有做实质的审查。我们不断的听到我们议事人员念这些条文，我想这些条文影响非常大，有特休，不只是一例一休或两例的问题，有劳检的问题，有罚锾的问题，有非常多的规范，这些都影响到台湾900万劳工。我觉得他们都值得，我觉得台湾劳工值得我们在委员会里面好好讨论。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我也希望今天是一个开始，之后这些案子能回到委员会，我们能请行政官员来报告，到底谈了7天假，谁在获利，对劳工影响是什么，一例一休二例的规范是什么，未来有没有国定假日一致，让劳工，让我们的公务人员他们享有一样的假期，特休的规范如何，如何可以让他实践。我想这些议题哦，应该是更值得我们花时间在那边讨论的。我觉得有同仁问我们说，那七月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让会议进行，哦，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那时候的招委林淑芬委员并不愿意到会议主持这个委员会的进行，我们是希望有一个合法委员会的进行。那同样的，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画面知道，不断的去杯葛或占领主席台也没办法解决问题，会议无效比不上一句有异议反对。所以我一直说或许这是一个好机会，我知道等一下下午这些提案这些不同的意见都会回到政党协商，可是我也可以预期最后因为政党协商必须有共识，可能会变成一个结论跟大家讲说协商无共识。我是很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各位我们都坐在这里，各党总召也在这边出现过，我们都看了这些画面，我们都心知肚明这整个会议的进行是无效的，我们并没有实质的讨论，我们并没有负起我们的责任。可是如果我们用政党协商的方式来说协商无结论无共识，然后就让这个事情成为悬案，然后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在院会的层级来办公听会，办公听会时代力量并不反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这问题大家好好讨论形成个共识，不要变成一个悬案，然后我们就稀里呼噜的在委员会办一个公听会，甚至急着在公听会用一天把它解决。我认为我们刚才讨论这些问题都值得回到委员会，都值得回到委员会。我们卫环委员我想都非常关心这些议题，不管今天有没有到，我觉得这个都需要各位委员用你们的专业，你们长期对这问题的关心，好好回到委员会来讨论。我比较担心的是，这只是一个过水，这只是一个过程，并没有想要解决问题。我认为这应该把它视为一个好的开始，让未来的新国会我们学到教训，以后不要这样来开委员会，以后让我们好好的讨论这样的事情，对我们都是个折磨，也不是一个好的示范。好，所以我最后的呼吁是，如果我们都勘验完了，大家看完以后都知道，摸着我们的良心，上次的委员会是有效的吗？是不是让我们回到委员会好好的重新讨论，好好的做实质审查？谢谢。好，接下来是廖国栋委员不在，接下来是江启程委员不在，那接下来是陈怡杰委员，好，陈怡杰委员在哈，来。主席，各位同仁哦，其实我们现在就听到大家其实喊得很热烈了哦，所以说真的啦，其实今天的勘验早应该进行，那这样大家就不用说移民委员被打啦，然后还是说劳工也不需要绝食。那我觉得劳工的声音其实我们要选择听见，不是选择我们只想听的声音啦哦。那这个会议程序上本来就有瑕疵，所以我们今天再回到这里再来勘验，
说不断的在放影片，其实对大家都是折磨哦。但是这些我们所做的其实都是亡羊补牢，到底有谁是听到劳工朋友的声音？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希望说民进党能够悬崖勒马。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说真的，早上大家不断的都是说，像柯总召说不要进来，六绑六绑，你快倒本得，你们就送主席台。那这样的态度好像就是给糖吃嘛，你吵我就给你糖吃，那我也可以一边应付劳工朋友。可是这样的态度到底是不是解决的态度？我觉得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就像刚刚徐永明徐委员说的，他认为到最后朝野协商是没有共识的。那如果在这个当下，我们已经认为朝野协商是没有共识的，那我们现在大家坐在这边勘验有什么结果？代表你们预设立场都预设好了，大家也没有心要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嘛？所以我意思说，在这里我们要重新不断的主张，其实清党立场非常的清楚。不断的强调就是说，我们希望，因为原来这个会议本来就是无效的哦，不论在9:02:44，根据或者是9:14:21，其实根据会议规范的第48条、第60条，其实在规定宣读会议程序是不是由主席征询全体出席人有意见或如无异议的时候，即为认可；如有异议，就应该要提附讨论以及表决。这在第48条跟第60条的会议规范里面都有清楚的说明哦。可是那一天停止讨论的时候，其实应该全体都没有异议的话，那也就算了。可是只要一个人有异议，就应该要提及讨论跟表决。那事实上，现在听当时的录音是有异议。有声音，没有意义的也有声音。那但是当时的确陈云昭伟他就是没有提附讨论跟表决，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会议上其实本身就是程序上就是瑕疵。那我们可以严定的来说，这个会议其实就是无效的。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重新的再主张一次，既然这个程序是有瑕疵的，这个会议也是无效的，我们也不希望任何的政党预设任何的立场，因为这样子朝野协商其实真的应该悬崖勒马。因为在不断的在朝野协商，然后大家就无共识，那到最后就是恶性循环。那到最后你再经过院会，然后再表决，那到最后劳工朋友得到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态度就觉得，大好像是你吵我就给你糖，那我现在也可以一边应付劳工说，我有在做，我有在做，到最后不是我没做。其实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你不是在应付任何人，你今天是要面对的是千千万那么多的劳工朋友。好，那这个是我们所主张的。那再一次主张也是说，我们认为清党认为应该整个应该再拿回委员会实质做实质的讨论，并且广泛的讨论。今天我不论是用院会的高度去开公听会或等等，为什么不能到委员会大家来开更多的公听会，再去广泛的再去讨论不同的阶层、不同产业的劳工、不同的类别，我们大家都来再一次好的开公听会，好好实质上的讨论。我相信这个到最后最大公约数所讨论出来的才是大家所需要的嘛。所以我希望到最后是应该往这样的程序走，而不是因反对而反对，或者因吵架而吵架，或者是互相彼此应付，这都不是应有的态度哦。所以下午的朝野协商，我们希望是有结果的哦，而不是到现在看到这样好像就是互相应付的这样子一个结果，都不是我们乐见的。那在这里，清民党重新劝民进党，是不是可以听听劳工朋友的声音？不是一定要有人倒下了，或者真的人数要像太阳花学运这么多人了，然后大家才去注视到这样的问题，这不是我们所想看到的哦。那所以希望能够在大家理性的回到委员会去实质审查，那广泛的讨论，那我相信这才是，然后希望民进党真的该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哦。谢谢。我们接下来是柯建明委员不在，接下来是刘世芳委员也不在，那接下来是黄国昌委员也不在，那接下来是林静怡委员。好，我想针对今天的这个勘验的整个程序，还有整个动作做几个
观点的论述哦。第一个事情，其实大家都一直提到要讨论，那我们也讨论，我们也讲了很多次哦。当然，上个会期已经讨论了四次，但是这个会期正式要讨论的当天是谁杯葛议事，好、哦，这是非常清楚的。当天其实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大家逐条讨论。我要一再的讲，当天其实，在民进党的委员们，我们是做了准备，可能要跟大家一路的讨论到晚上，讨论到延长会议。可是为什么当天无法开会？为什么当天不能正式的开会，不能好好的讨论这个部分？真的，大家扪心自问，当天是谁让会议无法进行？第二个部分，今天大家看了非常多的版本，各自有版本，也有连新闻的版本或者是新闻自己做的版本都拿出来。那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趣，就是说，如果我们之后这个会议可以用各个不同的版本。各个当然，我们认为多元化的社会，你当然可以有各种的角度、各种的看法。不过，如果要用这个方式来谈的话，其实有一个事情，我们倒是很轻松，以后大家也不用占领主席台了。既然主席台这边以及我们立法院公版所拍到的影像、主席台所录到的我们的正式的这些麦克风所讲出来的话，都不能作为被采信的。这个最根本的条件的话，那以后请各位也不要占领主席台了，因为反正你们占领完之，你们不用占领啊，因为你们在任何一个会议场的角落，你要怎么拍，你的麦克风够大声，你自己拍到影像，通通都算在账上的话，以后就不用来占领主席台了。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论述。如果主席台这一边这些我们讲的正式的会议的麦克风、正式的录影、正式的录音都不能成为这个会议的最根本标准的话，那以后大家就各自在角落，每个政党一人一个角落，自己一副麦克风，自己录影，自己拍。那大家要怎么去论述就去论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去疑惑的事情。大家可以有各种的议事攻防，大家手册看清楚，议事里面有非常多大家可以使用的方式，可以攻防的方式，而不是去质疑一个正式的会议记录。如果这样子，我真的建议大家以后都不用来占领主席台，你就嘎嘎黑饼框那边那共弄 SI， 那大家就各自表述，然后各自用自己录到的影像，各自用自己想要用的方式去对外做论述。第三个事情，刚刚很多的其他的党团的同事们一直在谈公听会的事情，那我们也一再的询问，一个月的政党协商期，请问一下各个主张要公听会的政党，你们开过公听会了没有？上个会期我们开了四次的委员会讨论，大家充分讨论，而且上个会期只有本党的中统召委员开过公听会，大家一直在这边口口声声说没有公听会，没有充分讨论，我并不清楚那你们上个会期里面那四次的委员会各位是在干什么。那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协商期，这一个月的协商期就是各个政党有空间可以去对外论述你们的立场的时候，不论是各个政党你提出任何的法案，各个政党你提出任何的主张，那为什么这一个月的协商期我们看不到任何主张要公听会跟与外沟通的各个政党的朋友们，你们开过了所谓的公听会，你们跟我们的更多的广大的选民做过讨论？我们当然相信这个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各种多元的声音，我们也听到，今天也听到很多的劳团在抗议，我们也觉得这些都是必须考虑进去的。但是请各位也不要忘记，广大的劳工朋友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而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多劳工朋友的声音，觉得请各位政党之间不要再用政治的杯葛、政治的立场甚至政治的思考来拖磨、来拖磨、来折磨我们其实在第一线不论是雇主或者是劳工这些政治的考量。如果大家真心的觉得这些法案是重要的，这些法案是攸关我们的劳工甚至攸关我们国家的这些劳动产业的，那请大家把你们自己的政治杯葛或者是政治考量全部拿掉，认认真真的让法案可以处理。但是我必须说，在过去这一个多月的期间，各位在政治手段上、议事规则上的各种操作跟杯葛，其实已经错失了我们真正可以为我们的劳工所做的更好的讨论跟更好的充分的审查的时间。这个账要算在大家的头上。我还是再一次强调，如果各位今天的结论是用各种方式的录影录音都可以取代正式的录影录音，那拜托大家以后请不要占领主席台，因为没有必要，因为你们在任何一个角落录出来的东西都可以算数的话，那这个主席台就还给主席，还给我们的召委好好的开会，请这些发言台就留给我们愿意好好开会的委员好好来做论述。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是陈曼丽，陈曼丽委员。
主席好哈，那个我想就说明一下哈，因为刚刚有人讲到是说，我的三个提案哈，那个需要15位的联署人哈，那我们现在的提案人总共全部都是提案人哈，不是联署人哈，我们现在提案人在我们三个提案里面呢是有7位哈，7位委员，包括陈曼丽、吴坤玉、黄秀芳、吴玉琴、刘建国、林静怡、钟孔照哈，所以有7位委员在这边。那刚刚前面有委员有提到是说需要15人的联署，可是我看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议事规则第57条呢，他这边讲到这个第57条呢，他这边写的是各种委员会会议关于联署或复议人数，应依本规则所定人数的1/5比例行之。所以我们这边的联署和这个就是说我们共同提案的呢，是15个人的1/5的话，应该是3个人就够了。但是我们刚刚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这边已经有7位委员哈提案，所以呢，我在这边做一个说明。那另外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东森提出来的这个影片哈，我也很希望能够我们请问一下东森哈，或者说我们由立法院去函东森，他可以提出来这个他所提供的影片是在几分几秒的时候，我想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把一些的时间点把它离得更加的清楚哈。那这个是我的意见，谢谢。好，接下来是柯建铭柯委员。我们在登记，他在登记。剩的太胖了啦，好，来，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各位媒体朋友，我想今天我们会有这样的来勘验录影带，事实上是一直来以来，本党所主张以及追求的。好，我们希望能够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那我今天要在这里谈的就是说，在立法院里面有意识冲突，什么状况都可能都有可能都发生过。但是面对劳基法的修正案，我们本席在这里代表民主进步党党团，来我们大家来回顾一下。7月11号，王玉敏委员在场，劳基法36条在本委员会修，在本委员会审查。当时市场也有很多版本，也有行政版各种不同党团版本。那王玉敏读把吴志扬的版本，把吴志扬的版本来审，我们没有意见。那主席稍微有这个权利哈，那这当然是违反过去的惯例。审的时候大家很平和，很平和，也出委员会超好协商。试问这时候出委员会啊 ，OK。作为当然是超级学长嘛，因为有不同意见。试问这个时候谁有讲说要开公听会？那时任一样，那时候有没有讲说要开公听会？大家都坐在这里审嘛，很理性在审嘛。接下来7月21号，换林书委员主持。但我们知道林书委员他有先言明在先，他可能不主持，那我们就找我们代理嘛。但是那天早上我们7点钟到，6点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占领主席台，洪国昌坐在现在的第二个位置哈，那个坐在这里，我就找他谈，我说为什么要占领主席台？大家可以好好谈嘛。他说林书没有来，他说林书没有来，我们有代理啊。他说代理可以，但是拿一个授权书来。我说请问什么时候立法院委员会开议？开会的时候，找人代理哪一个能够授权出来？这前一次，吴玉明找陈谁啦？你找陈玉明代理过？王玉明的啊，那天能不能找陈玉明代理过？那时间是短暂的，从来没有说什么来授权出来啊。所以我跟洪国昌讲说，这个从来没有授权书，那我们有人代理。那个可以，请不要占领主席台，好不好？洪总跟我讲什么？你知道我们三样版本，先答应我，就可以让你开，就是如此啊。我还原真相啊，
就是在这里啊。然后当然我们后来老南一开始讨论以后，算了，哦，那不要冲突，那你就算了，不要冲突。请问时代力量刚才包括洪师兄在讲，我们希望好好开委员，好好开，说委员会中心主义，审议式民主。哎，阿里万亏委员会的没有，你在一直在讲说委员会没有好好讨论，是你时代力量开始占领主义来开始嘛？哎，跟我讲嘴一点，还赶快啦！天天在讲委员会中心主义，啊，委员会开为什么不能开啊？我要占领主义台，这是我对时代力量保持最大影响。我是一直没有想清楚时代力量为什么要做这样做作为啊？好，这很遗憾嘛。接下来，我们那天就算了，让了。接下来10月5号要开了，国民党10月4号先占领这个主席台，在政委会议室，占领政委会议室，所以我们不得不再变更会议室。在变更会议室的时候，我一直找六欧党委员协商私事。哦，明天10月5号开会，我们是不是照程序来？你要发言怎么都可以，那照程序来开。哎，找过黄国章，当天早上6点找过黄国章，跟他讲好好开会。答案就是先公听会再讲。请问这个因果大家这么清楚，都会造成这样的冲突。那10月26号呢？国民党又一天占领会议室。但我们10月7号，哦，占领最后再占领这个会议室，占领主席台，我们让了。12月7号，当然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所以重开，我们自己我们就动员来了。所以这个从这个事实的现象显现，那种一盏牛，希望好好开，好好委员好好开，委员中心主义，大家不要嘴巴讲和做的不一样，叫审议式民主，只要辩论。所以今天本席在这里，大家把因果讲清楚。那今天这个冲突这么久，所以我一直找上个礼拜一直找廖国栋委员，拜托，不然的看一眼录影带，可以公调委，好，然后未来再来论断。但是呢，我也有开公听会，昨天早上吵两办公头，那终于可以开了。但是时代力量要提出来，说时间不要一场，时间不要定，好不容易大家吵半天把定下来，他要有一个尾巴，像哦议程哈、哦、程序什么，还有今天下午要再讨论，这个大家都怎样？你要不让委员会不让这个程序整个进行嘛？你就不让整个进行嘛？那国民党也是如此嘛，是吧？那就是说，你到底是讲的和做的有没有一样？大家勇敢来面对，大家好好来讨论，就这机会上讨论的。曹海翔也可以讨论啊，曹海翔过去有反协商20几次啊，因为主角一定要好好讨论，然后搞掉你啊。各党的政策主张自己讲明清楚，各自负责。美山公馆表面讲说这个很重要，我们照顾劳工权益，什么都会都不让开，所有程序都不让你进行。这个是对吗？这个难道是时代的价值吗？这难道是国民党要的东西吗？你们讲要做一套，讲要做要一样吧？大家好好讨论，冷静来面对，好好来面对。今天这个，如果你在勘验，持平的问，这只是侦查庭而已啊。下午审理庭，大家好好来论。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一样，大家全部到曹海翔谈。我希望。今天所有的发言，国民党还是在讲所有发言，包括亲民党都在说：“哦，这个是作假的。哦”你们要怎么发言，怎么让我都让，结果也不行。照党的公开会议，所有论坛拿出来放也不行，也不行啊。然后就说我们预设立场，因为你们就是预设要回到委员会来嘛，预设再来把这个程序卡住嘛，让民进党在这个法案上不能去来照顾劳工嘛。我们有自己的论述。那不要让这法案在本会议通过啊，讲清楚就好。大家，哦，这个大家不是白痴啊，所以大家好好面对历史的一刻。好，好，接下来是王玉明委员。我们现在是进行第二轮的登记了。好，我想今天的这个整个勘验录影带的过程哦。也谢谢非常多的媒体在座去帮忙做见证哦。那勘验的结果其实非常的清楚哦。现在呢，国民党我们已经把勘验的结果呢很具体的写下来，从92分55到57秒
当时陈英委员呢，他主席他就自问自答，他根本就是说有没有意见，然后就往下念的，都没连停顿都没有。最关键的，刚刚大家看到的90:14、33到37秒、90:15、28到36秒及90:16、19到26秒，这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当主席询问说有没有异议，我在这边再次强调，官方的版本，刚刚这个民进党的委员在模糊焦点了。今天我们是先看立法院的版本哦，国民党的版本也只是我们再录一遍，也一样是立法院的版本。然后还有时代力量自己录的版本，还有很热心的媒体朋友，他们从做新闻的角度，他们现场录到的也提供，就这样子。民进党的委员不要硬凹说什么，现在怎么知道国民党的版本有没有造假？这是假议题，完全假议题。我们就以立法院的版本来看好了，有异议的声音非常清楚，就是我讲的9:14到9:16，总共三个时间点。都非常清楚，我们也可以同意，就都以官方你说立法院的他的公报处这个版本为主，就是清清楚楚。这一点我希望民进党不要再硬凹了，这个事实不容再去扭曲了，我觉得这个事实一定要被建立。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提案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指出来，这一些都是事实。既然有异议，主席没有处理，没有进行任何的表决，会议有重大的瑕疵，所以会议无效，非常明确。因此我们要求应该要重新召开，第一个要重新更正我们的议事录、审查报告还有公报记录，这个非常明确。而既然这个会议无效，重新召开委员会的会议，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要求。我希望现在大家都听到外面劳工团体的呼喊的声音哦，我刚刚听了一下，我们每一个卫环委员会的委员的名字都被点名到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回到委员会可以重审。如果我们不希望让第九届的国会留下这样子的一个会议重大瑕疵这样的一个污点，我们有机会去改正，我们有机会去更正。就从今天我们整个的影带的勘验开始做起。那我想，我不晓得民进党委员是不是他要提出异议哦。刚刚其实现场大家看的有异议，这是非常清楚哦。在座每一个有听到，大家都是证人哦。这个部分，我认为在下午的朝野协商不容再扭曲，就是有异议，市政非常明确。虽然刚刚柯总召说什么，现在这个下午才是真正的实质的辩论哦。但是今天早上的会议非常重要，事实就是事实，不容在下午的朝野协商再扭曲。那我们也谢谢刚刚的联署，我想几位委员大家联署了，包括我们亲民党陈义杰委员，还有时代力量洪慈庸委员，我们都有共识，我们刚听得清清楚楚的，有异议就是有异议。这个部分本席在这边也要留下记录，下午的朝野协商不容任何一个政党在针对事实的部分要硬凹再提出来，然后要违反这个事实，要不然我们今天早上会白开了。我想这个部分呢，主席待会应该我们这个提案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也希望民进党的委员从头到尾坐在这边的委员要秉，对，我呼吁大家可以加入联署哦，这个就是我们听到的事实。大家可以秉着自己的专业良心听到的事实，勇敢的签下这一个联合的提案，那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关键的证据。下午朝野协商大家不用再辩论说有没有异议，就是有异议，这个不要再争论了。然后下午应该要讨论是说，既然是一个无效的会议，大家也都有意这么清楚，我们接下来的程序是不是应该就回到委员会来重审，然后同时公听会也可以同步召开。我想这个是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的一个诉求。那如果民进党委员愿意再继续加入联署，我们希望今天在座的委员大家就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共识。谢谢。接下来是黄国昌委员。他第一次都还没发言，你要发言了吗？你不是说到最后，你不是要说到最后？哎，主席，还有所有的委员哦，其实我今天早上第一轮程序发言错过以后啊，其实我是本来没有想要来这边发言，理由很简单啊，我相信
经过今天早上的整个程序，大家听了也看了所有的录音录影，我想十月五号那天会议的状况，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委员，甚至很多媒体界的朋友，大家都在现场啊。那其实今天这个程序，我会觉得整个感受啊，可能远远比不上十月五号那一天亲身的感受。那甚至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有一些媒体，他们就已经开始自己释出了在十月五号所拍出来会议实际上面进行的状况。那因此当然了、啊、程序上大家说好是留待下午来解决了，只不过经过了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这些程序，我相信如果立法院、啊、做出一个违反客观事实的处理的话，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那我们进来受人民的托付进来行使职权，可能也对不起自己本来所应该要进行的职权行使。第二个部分啊，我之所以赶回来啊，在登记第二轮发言呢，是我讲话一向是怎么样啊，就怎么样。在立法院的议事殿堂上面发言，特别是这个样子。刚刚柯建铭委员说7月21号会议的争议，他又再度提起，那没有关系啊。7月21号我坐在那个地方，他跑来拿一堆照片跟我争执议事规则的事情，时代力量的态度很清楚，林淑芬委员或林淑芬委员有证明授权的委员来主持会议，时代力量就会把主席的位置让出来。结果刚刚柯建铭委员说只要按照时代力量的版本过就可以开始讨论，根本跟客观的事实不符啊。那一天我们坐在那边讲话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媒体记者通通都在，把它全部调出来就好了。我今天本来不想提这件事情啊，不过既然柯建铭委员有指教啊，那我就呼吁啊，我们两个那天坐在那边的时候，大家有看到的全部调出来就好了嘛，何必在这边讲这些有的没有的话。第二个，7月21号那天，时代力量有没有提出具体的诉求？有，但是绝对不是说什么按照时代力量的版本过。时代力量在7月21号所提出来的诉求是要召开公听会。那天我不管是坐在这里，还是事后的记者会，讲的都很清楚。但是我不知道有人啊是故意选择性的失忆啊，还是真的失忆啊？后来在进行党团协商的时候，要刻意抹黑时代力量，说10月5号那一天开会的时候，我们才提要召开公听会的诉求。拜托，7月21号媒体的记载已经那么清楚了，这种事情还要再扯吗？这种事情还要再掰吗？那至于说召开公听会的时程，我邀请所有真的关心这件事情的朋友去看看，昨天朝野协商，时代力量到底是怎么讲的？那这就是我为什么时代力量也为什么一直主张说，就朝野协商，就直接同步的让大家可以看到，就像我们现在委员会在质询一样，这样就好了嘛。他、啊、没有同步的转播啊，全部出来了以后，按照自己个人的喜好啊，恣意的扭曲过去的内容。昨天时代力量为什么会那样主张？昨天时代力量主张，第一个，我们绝对支持开公听会；第二个，公听会要定在下礼拜，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对于说要先定在礼拜二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先同意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委员会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开公听会这件事情，等到今天早上大家勘验完了，到今天下午的朝野协商的时候，再一并讨论说，我们委员会到底什么时候开，怎么开。有差这半天吗？那连这样子的事情都要拿出来抹。我再说一次啊，大家对于委员会整个讨论的过，对于昨天朝野协商整个讨论的过程，如果有兴趣的话，就不用在这边听大家的转述啊，直接去看袋子就清楚了。那个。
总召你先登记一下，我们请陈莹先，好吧？对。来，陈莹要不要先发言？还是要请林维洲林委员先发言？陈莹哈，好，来，陈莹委员，嘿，第一轮，对。好，在双周84公时哦，在改为这个单周40公时之后呢，好，这是在前政府做的决定。那么在这样的改制之后呢，我们所有劳工的这个荷包是减少了。那民进党很负责的，为了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也要让我们全国好来这个所有的民众放假一致，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然后还要让我们的劳工很辛苦的劳工朋友们保障他们的休假，也要让他们的加班费提高到2倍以上。所以我个人愿意来主持这样的一个会议，没有落跑。那压力很大，但是我们还是好，就是说承受这样所有的压力。那今天勘验这个录影带哦，刚才国民党有提出这个你们的侧录的版本哈，我还是要提一下啦。我们所有的会议，我们还是立法院要以立法院的这个录影为主哦。为什么？因为侧录虽然你是侧录，你可以使用这个影像，但是你侧录的这个录音，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或者你之后后制要怎么弄哈？我觉得大家会有质疑，所以我们要统一有一个版本。再来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角度不同啊。那今天既然有主席在主持会议，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好以这个主席的位置好来做一个统一啊，不要到处自己这边录那边录，这样未来我们真的可以不需要主席，我们也不需要在立法院里面开会了哈。那我还要再回头哦，大家不要一直在这里批评说当天会议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主席要做裁事？好，为什么当天开会是那种状况？请大家回溯前一天晚上，国民党你们把所有的麦克风都借走了，不拿出来给我们使用，你们也把801霸占了，门锁起来不给我们进来，你们也把所有有空的这个会议室全部通通都借走了，那摆明就是不让我们顺利来进行这个会议，所以你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身为主席，我没有办法，我只好更换会议室。会议都还没有开始，大家已经闹成一团，已经开始吵闹。从立法院的这个版本，我们刚刚看起来，我就是一片混乱，就是大家一直在吵。我问了大家有没有异议，但是确实在那个版本，我们听到什么声音？这不是说每个委员，好，多数你们的委员上来说啊，就是有异议啊，我有喊啊，谁有喊啊？我们还是当天前一天晚上，你们已经把所有的麦克风，为什么要把这个麦克风收起来？大家就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声音可以透过麦克风可以把它录进去嘛。所以一样的，那一天的会议，回到我想我们开会的本质，真的请大家要守规矩，大家要坐好，大家要保持安静。你们打算就不让我们开会了，那你还要怪我说我不让你们询答？我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啊，你们心里到底在盘算什么？好，我想刚刚每个人都有立场啦。那我觉得下午等一下我们下午会继续刚刚总召讲的审理庭哈，我想大家在那边就针对我们的这些录音的部分，好，再提出来做讨论。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大家我们同意在这里播放很多的版本，但是问题我们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还是要回归到这个立法院的统一的这个系统来做。所以
不要再生出很多的班，因为今天这种恶例一开，未来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议事规则哦会全部都乱掉。谢谢。好，接下来是林维洲，林维洲委员。十月五号大家都在场哈、哦，那刚刚陈英委员说到，就是说有侧录东森新闻啊、哦，都已经播放出来了哈、哦。王玉敏委员喊有没有异议？陈英委员说有没有异议的时候，王玉敏委员大声喊有异议，而没有处理。那你在质疑东森新闻是造假吗？侧录就不算，其他人都有听到，只有你没听到。我要告诉大家的说，将来主持会议，我们可以不可以说听而不见，听到然后说我没有听到，别人都有听到，只有你没听到，可以听而不见，然后不处理。如果这样子是将来主席都可以听而不见，你有异议，我没听到。别人有听到哦，你看东森新闻那一个袋子出来，我也有听到，大家都有听到啊，只有你主席没听到，可以听而不见主持会议吗？当有人提举手说有异议，你说你没听到，别人都有听到，可以听而不见主持会议吗？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视而不见主持会议。你有举手，我说我没看到。当你举手的时候，表决的时候，你举手，我说我没看到啊，有录影，我没看到，有录音，你说你没听到。如果可以这样主持会议，真的，你讲没错了，将来真的不知道怎么开会了。国民党变成少数党之后，你看在院会也好，在委员会也好，我们表决了输了多少次，我们接受嘛，不当党产。条例的通过表决输了嘛，到现在国民党很辛苦，但是程序要走，会议要进行，我们能够接受表决输了，但是不能接受主席听而不见。如果主席可以听而不见，将来主席也可以视而不见。我举手，主席看别的地方，那怎么办呢？没看见，我举手他不算票，不算投票数，那怎么办呢？这个是一个大原则嘛。有没有异议？有异议的时候处理，就是会表决嘛。我们是少数，我们也愿意接受。那你说前面的过程，占领主席台也好，占领会议室也好，这个是一个过程，到最后都还是要面对你们在野的时候。这些手段用的比我们多百倍，我们也接受过了，但是到最后都要面对，不可能永远站主席台、站会议室嘛？你曾经站365天吗？曾经站几个月吗？也不会，到最后还是要进到会议程序。但是你们没有这个耐性，我觉得你们就是没耐性，就是一定要过。一定要在那一天过出委员会，不是吗？退回委员会，重开公听会。谢谢。来，接下来是柯建铭柯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我想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我希望到就是要来如何解决问题，但是有一些话要讲清楚。王鸿章委员在这里最好，那我不希望说我在讲话的时候你不在场。好，7月11号王玉明召开然后就有修正案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很平和？对，这把因果关系讲清楚。我们是要开会，所有行为谁在阻止开很清楚嘛。然后21号，实际上占领主义又很多都来，金库来没有错，啊、哦，很有计划性。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出戏啊！我以为大家都是可以来好好讨论，因为前一个会才这样而已嘛。
所以郑议员，王光荣，你是不是坐在第二个位置？我现在坐第三个位置。那你说林书委员来再开会，是不是这样？我说林书委员，我早就知道他不会来，所以我们要请代理主席。你说要代理主席可以授权书拿来，我也跟你讲过，什么时候立法院代理主席拿一个授权书来？然后你接着说，你今天要开，就照我们设立样的主张再来讲，哎，是不是啊？哎，能跟听哦，加油加油哈！哈，加油！来，好，咱两个底下紧，你要想加入，你再拢不要紧。我是很坦然面对所有事情的人。我们希望我们执政虽然都是我们懂得尊重少数，我们如何来让委员能够顺畅进行就好了。我们都到旁边会议室去，后来回来之后算了，不要开，好。那你在当天是在你的记者会的时候才讲要开公听会，这我的翻译对不没有错。你那有没有几排来这里后要开公听会？你跟我讲的时候没有谈到这个事情。我们的争辩很单纯，我想不跟你辩了，好了算了，好，我们开党会，我们再来做个处理就好了。这是不是我们当了？四月五号也是一样啊，四月四号国民党先在你这里嘛，对，所以我们不得不变更会议室，我们就是要开。二十一号也是国民党再次占领，没有办法，我们二七号当然我们要有自己的作为。请问，这中间所有过程，国民党委员啊，四月五号凌晨六点，你经过来老电话到801来了，301。我跟你讲说，大家好好讨论，那今天会议好好进行。你跟我讲说，先开公听会，好，公听会我们来谈。这么久来，只有郑文韶开过公听会。这么久来，这个案子在立法院劳动部长来报告四次。这个案子从上一届就开始，就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伏笔。再往前推的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就留下来了。所以有关于那七天假的问题。所以我们当然要面对解决嘛，各党有各党的主张，各党版本很好。国昌委员已经在强调了委员会中心主义很好，要来审议是民主，要来辩论很好。啊，委员会不然亏，这是什么审议民主啊？这是什么委员中心主义啊？这是我对时代上到目前为止最大遗憾。坦白讲，我员工哎，你来，你为什么搞这一套呢？可以好好处理嘛。这不是时代价值，这是时代遗憾的，啊、哦，这其实时代价值呢？大家委员会中心主义，他就我们面对所有议题，要另外所有议题，少数我们都少数过，少数争取过，极少数在也都当过，但是呢，到最后，所有问题一定要往前推，所有问题要解决，这就是面对。现在就是说，包括昨天公听会，何方兄啊，立体工。时代力量绝对赞成公听会，搞了两个钟头，到最后说要先朝野相结论。你说公听会为什么要礼拜二？礼拜二不行吗？你弄这个东西吼，民意人都知道，你要阻碍公听会嘛？啊，你说公听会要怎样怎样，找谁来？我说全部答应你，团体谁来都没有关系，万一再来职务也没有关系，整天开由院长来主持，难道这个公听会成绩会低吗？然后你又回头过来，哎、欸。啊，那来重审的话，这个开委员会开公听会，这个为什么要开这个公听会？再来到了要去，我说只要万一重审的话，公听会不是委员会必要的，但是由院长主持朝野各党的所有的形式，大家要怎么讲都没有关系。难道这层次会低吗？后来徐永明委员说：“哎、欸，公听会为什么要一次？”哎、欸，奇怪了，又这个事情又吵了半个钟头，勉强牵出一个。今天早上看录影来，下午开朝野协商。但是还有留尾巴，公共定位的时程方式，好、哦、叫看完录影带再讲。我知道看完录影带再有争吵，再来推嘛。连国民党都后来国民党看不下去，说没有关系，就这样就好了。国民党主张搞就礼拜二开公听会，我是还原过程，好、哦，我希望让大家都没到顶的。我做留意一样嘛是朋友啦，那你点嘛赶快啦，那小菜顾了哈。每个政党为自己，哦，为自己的政党辩护以及扩张版图，我都可以同意。好、哦，你要
用正当手段来，但是请不要，请不要抹黑，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个地方，把这欧联在考想，我看无，民党无耻，啊，那是这些创啊。蒋经出来讲，总统出来讲，我跟你讲过，总召出来讲就好，不是总统出来讲。这可以谈得很清楚的，这个事情，我们要把事情还原。我们现在好好开会嘛，从头到尾东西，咱要敢懂啊。然后，难道我们就可以放这个下去吗？大家面对吧。我希望，哦，今天我不是要故意忤逆你，啊，不是要改什么大义小义，都不是，公决得利的好。哦，我希望大家好好来面对整个诚信要怎么来。立法院新的一届的开始的时候，当然有大家有新的看法，我们都同意，都可以接受，要怎么修改议事程序都可以。民主进步党在这个地方，我有勇敢跟告诉各位，我们是少数党出身的，我们最懂得尊重少数，我们懂得要懂，特别要懂得如何以大事小。我希望大家能够和谐，能够好好谈。好，接下来是陈一鸣陈委员。好，主席、各位委员啊，本席进行这个第二次的发言了哈。那我要说明的是哦，其实不管是10月5号或者是10月27号哈，一次是审查一例一修，一次就是在确定议事录，在这两次会议，我要这边要很沉痛的说明哈，其实不管怎样，这两次不管是在302开会或者801开会，霸占主席台的都是民进党的委员哈。那在301、302的那10月5号那次会议，其实我们在801那天前一天下午，10月4号下午，我跟燕秀委员是有借这个会议室的，2点到4点是燕秀委员他借，4点到6点是我们借，我们其实还在使用会议室，但是民进党已经先去霸占了301、302好会议室。而且都没来跟我们商量，你也没来敲门说你们要进来啊。因为其实以这样状况来讲，以议事的啊来走的情况来讲，占领主席台的，我要说明，10月5号跟10月27号都是你们民进党在占领主席台，不是我们在野党在占领主席台耶。我们现在要的就是一个发言的一个机会耶，更不要讲说10月27号为什么后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冲突，是谢谢怡杰委员刚刚好，亲民党的陈怡杰委员好声援我。如果10月5号好好走，后面议事录更正也都有在做，怎么会有10月27号那样子的一个伤人的事件？更不要讲说后来在党团协商的时候，吴秉睿他甚至讲说，为什么苏振清要掐我的喉咙？是因为在10月5号我喊苏振清打人，大家刚刚听录影带有看到10月5号我有喊苏振清打人吗？我根本在那事情发生之前，在他袭胸事件之前，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耶，我怎么可能会喊苏振清打人呢？那结果怎么在党团协商的时候，你吴秉睿干事长怎么会在那边讲说，因为我10月5号讲苏振清打人，喊苏振清打人，所以他才会去掐我的喉咙？大家今天都有看到吧，这个是一个刚好趁这个机会也澄清，其实苏振清怕狼化救狼，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呢？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到现在为止，在外面在立法院群贤楼前面绝食抗议的4位劳团的，已经有7个劳团的有代表，有3个已经倒下，昨天都已经送医，4位现在还绝食抗议的，已经超过118个小时，将近120个小时，马上就要超过到120个小时。他们所为何来？他们争取的不就是全国劳工的权益吗？我们今天其实要的就是要执政党至少要给我们在野党有机会能够为我们的民众发声嘛，就是这样子啊。10月27号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座的吴益群委员他喊到我的提案的时候，我是过来这边就是要说明我的提案啊，结果发生了这样子很不幸的事情。我们今天要讲，其实少数是要服从多数，但是这是立基在多数要尊重少数的基础上啊。如果今天什么事情都是民进党在霸占主席台，然后一分营这样子来做，那将来我们
我们的民主的基础在哪里呢？我们身为一个国会的一个委员，我们当然就是要为我们的民众来发声啊。如果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那这样子的议事如何能够运作下去？所以我在这边呼吁，其实今天很清楚，请柯总召不要下指导棋，不要什么两阶段，我们今天已经很清楚听到的，也谢谢好亲民党的委员陈怡杰委员，还有我们这个时代力量的洪慈庸委员，他们都已经签了这个好这个法案啊，我们这个提案，这个提案内容就是说希望哦要求更正十月五号的议事录审查的这个公告以及公报的记录的错误，把这个案子重新发回到我们的卫环委员会来做一个实质的审查。以上，谢谢。好，是不是请委员们发言，不要做对个人的一个人身攻击的哈？反正你刚刚讲一分赢，就我觉得这不适合了哈，对不起哈。好，请不要再提了，好吧？嘿。好，因为我觉得我们议事的主持都是我们都知道程序来了，好不好？不要这样子，对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到十二点要结束哈，所以我们要登记的赶快登记哈，不然对，我们就是到这边截止登记，好不好？因为还有三位要发言哈，所以我是不是接下来是黄国昌委员，哎。我会讲很快了。今天开这个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处理光碟刊验的问题嘛？那我说过了，我本来第一轮都不想发言了。那刚听到柯总召这样讲，又扯到7月21号的事情了。我再说一次啊，7月21号坐在那边有很多人在看，那到底讲了什么？大家去调那个时候的录影就好了。第二个部分，7月21号时代力量。在主席台这边坐了三个位置，我们那个时候的诉求很清楚，就是只要主席来，主席授权的人来，我们就同意会可以合法的召开。那你说旁边的两个位置，陈曼丽委员跟吴玉琴委员旁边各坐一个位置，都有那时候的照片可以看。我们要求的就是按照议事规则好好的开会。那柯总召认为说没有授权，那没有书面授权啊，或不管什么样的形式的授权，然后认为说应该要有主席可以上去开。我们针对这个议事程序的确是有争执，我们有我们的主张。那最后那天的结果，我相信大家去看那天的新闻带也都清楚了。那至于说啊，昨天朝野协商的实况，我再说一次，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个袋子，啊，从头看到尾。从头看到尾，大家再去评断，到底是谁在就事论事？那谁把一堆事情全部夹起来在那边吵？我都不想在这边再讲了，大家回去看那个袋子就好了。那第三个，10月5号、10月27号，时代力量就是坐在位置上面，等着要开会。10月27号那一天。我到前面来，我只讲一句话，不要这样处理，不要这样处理，因为我知道10月27号这样处理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至于说我回到那个位置上面，我所公开讲的话，接受社会各界公开的检验跟批判，如果说要公开讨论，要公开论辩，也没有关系，随时候叫，不用。浪费今天在这边的程序啊，跟大家的时间。以上说明。好，接下来，总召刚刚已经宣布截止登记了，嘿。无啦，啊，总一定要搞啊，所以爱处理，嘿啊。好，我们接下来是陈怡杰陈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哦，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吵说，到底是不是撤录还是以立法院的为主哦？那这里其实如果以后要以立法院的为主，因为现在那个麦克风都对主席台，所以以后如果要以立法院的为主，我们就是建议应该多装几支啊，吼，柯总长您该丢360度啊，您再丢，因为现在既然勘验这物件拢伫差公像是。
哈，不了吧？我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版本，因为勘验就是因为原来就是认为他有争议才要勘验嘛。啊，就像检警办案也是要靠证据，你不能说只以立法院的为主，那其他的就不算数哦。所以这样看起来会感觉好像说，如果你只单纯就大家都以立法院的记录为主，那感觉你就是柿子挑软的吃嘛。你只对你自己选择对你自己有利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对于说刚刚大家不断在吵说啊谁才是正版的啦，谁才是侧录，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应该是多纳入几个版本，大家再去多讨论，因为本来他勘验就是要拿出证据的嘛。好，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没有意义在吵啦。然后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认为有意义的部分是因为他其实还有秩序问题啦。因为刚刚我们又重新看了一次根据时代力量党团的直播、哦、其实招委在宣告散会之前，其实有委员是提出程序问题哦，可是当时好像是没有，在程序错误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跟与会者或主席去做出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可是不论是提出无效会议还是提出程序问题，其实都归于会议规范的第86条，其实都算秩序问题啦。所以权益问题的顺序其实是要最优先的话，秩序问题其实就是权益的问题，那也应该就应该处理。那当天招委其实也没有是所谓的秩序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还是要重申说，我们认为这个议事其实是有瑕疵的。然后另外一点我们比较不懂的是，就是民进党其实非常支持砍七天假，可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同样都是几乎是同样委员会的委员是要退回陈雄文部长砍七天假劳基法的施行细则的修正案。那这个部分我也希望能够了解一下，为什么会现在，因为威文港几乎都是一样的委员嘛，那这个问题到底是在哪里？我们也希望能够民进党也在赶工说明之类啦，好，不然这嘿丢丢丢，好好谢谢。所以我们要强调啦，柿子真的不要挑软的吃啊，不是只对自己做自己有利的啦，因为刚刚大家都一直说侧路侧路，这个我们真的不能认同。好，接下来是江启程委员，江启程委员。好，谢谢主席啊。我想经过一个早上，除了勘验之外，各党团还有各委员都提出大家自己的看法跟论述了啊。不过第一点，我先建议啊，今天卫环委员会下午的会议停开了啊，应该要协商的话，也是基本上卫环的委员是主角了。如果只有党团的代表，其实很难协商出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卫环委员会的人，第一个他全程参与了那两次的会议，第二个今天早上他们也全程在这边观看录影录音，然后也都听大家的高见。为了节省整个协商的时间，提高协商的效率，其实应该是要停开下午的会议，让委员会的主要的委员愿意参加的委员，他能够专心的参与协商。否则这个协商我们可以预料到时候又是不了了之，然后无法讨论，然后不然就是委员疲于奔命，他到底是要在这里开会还是要去协商？因为我们不能够阻挡我们的委员过来协商啊，对不对？我们的委员他要过来协商，我们邀请他过来协商，我们也希望他过来参加协商，但是那你这边会议又在进行，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反而是浪费时间，而且无助于这件事情的解决。所以第一个我要求下午的会议啊，卫环委员的会议先暂停，然后全力的来把这个协商的事情啊做一个解决啦啊。第二点啊，过去种种啊，我觉得就不要再谈太多啦，现在我们只是想要把当天会议的真相给还原。这个还原里面不是只有一种证据啊，科学办案绝对不是只看一种证据啊，各方的证据，各种的证据都应该拿出来摊出来做检视啊，然后用最科学的态度我们来分辨哪一些是可以作为证据，哪一些不足以作为证据的啊。那更何况立法院我想也不是，他不光只是说我们不是为了办案而办案啦、啊、
我想是大家在这边想办法把当天的事实还原之后，看怎么样透过合议的方式让这个事情有一个解套。那目前解套的方向，除了还原真相之外，另外解套的方向，当然有大几乎所有的在野党都主张应该回到委员会重审，包括现在外面在喊的这一些团体的代表，他们也希望退回重审，这是一种声音。另外一种声音是执政党，他认为已经出委员会的就留在委员会，然后在院会里面，出委员会就留到院会了哈，到院会里面要逐条审查，要什么都可以。但是我想请问的是，就算在院会里面逐条的讨论辩论，那其实跟回到委员会不是一样吗？那回到委员会是不是他的程序会更加的完备，他的正当性会更加的充分，然后也让外界这一些在那里苦苦呐喊的人，他们可以回家，我们这个程序可以重来，这个程序正义可以顾及。否则我们如果又到院会，一定又吵吵闹闹，然后呢外面的这些人他也觉得说这个程序正义被破坏了，那你就算最后强行表决通过，这个程序正义被破坏殆尽，他的立法的正当性跟最后的合法性跟合理性不被社会所接受的时候，这样的立法我不相信是为政者、当政者还有执政党因为看到的。我们作为在野党，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尽责，我们没有把这个最基本的程序正义给顾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真相还原之后，执政党应该展现你执政的雍容大度，海纳百川，不同的声音加以采用或者是妥协，这个最后是一个，我相信最后还是必须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政治解决啦，没有办法用这个口舌之战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是建议第一个下午的卫环委员会议先停开，大家好好协商出一个结果出来，因为下午绝对除了处理说哪里要调整的这个内容之外，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要不要退回委员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面对。我希望我们也不要再拖，就是面对，因为时间拖过去，其实你拖过一天，你就排下去就已经在委员会审查了啦。好，所以我基本上做这样的建议，谢谢。跟委员们报告哈，院长，苏院长交付下来的只有早上的会议作为这个勘验哈，录音的勘验。下午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会议哦，因为环保署已经好几次来开会都被。已经三次哈，我没办法上台做报告，我觉得这是严重耽搁了很多的议程，所以总召你要柯总召最后讲，好，第一个，我先对刚才黄国昌最后讲话再补一下就好了，好，再讲一下，我希望大家讲委员会中心主义，我希望以后。委员会能够好好开，好，委员会都能够很顺畅的来开，好，当然在野党挑战执政党这是天经地义，但是也要用程度啦，不是每一个会都每一次会都不让这个会能够召集，能够开成，包括刚才江启臣委员的谈话，那是下午停开，好。然后全部到那里去，到曹宇协商去。昨天在曹宇协商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都签名。早上看录影带，下午有苏院长主持曹宇协商，各党党鞭到场，要多几个人都没有什么意见。今天早上开会前，各党都在这里发言过，早上就是看录影带，下午曹宇协商。然后你现在突然要变了，最后一刻又要变了，所以下午这也停开，早上刚刚讲完没有停开的，就是要细开嘛。那这个那我们不能，你又在让环保署的预算不能来做备案报告，已经拖了多久了啊？各位啊，这个会期中央政府总预算要不要过啊？委员会要不要去好好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下午只是询答而已，不要忘记。
所以呢，各位委员大家都很厉害，每一天跑好几个委员在跑来跑去，党鞭一定在场，其他没有站乡没有阿九都没有关系，你抽空来就好了嘛。但是基本上下午不是打群架，我像下午由苏院长来主持草草协商，你狼道毒嘴如何，那就要一定没有结论。我是希望下午能集中，早上讲很清楚，有什么意见化成书面，那下午的时候一样一样来讨论。也就是说，这个下午是由苏院长来主持的，这早多早些在公告就清楚哎。然后你现在突然在要变更，要你大家市长都在这里讲清楚了，下午要停开，哎，这就是照委员会没有办法进行，环保署何其可怜呐、啊！他的现在的业务报告、现在预算报告都没有办法进行，在十二月底就法定就结束了。中央总统总预算要不要处理？中央总统预算你一直让委员会不开，到最后怎么样？这样表决了吗？到最后你们在野党监督空间会多吗？不可能的嘛！即便给委员会，半个月，我们上一会期大家看到。国会市预算到现在还没审议完尽 ，ANA 还没审议通过，在这历史上很少这个记录了。只有102年的时候，911战争的时候，那个都没有处理。但是我一直叫王院长要来曹伟祥来处理中国会市预算，那国民党觉得无所谓，便结算处理就好了。今天我们看到同样情形，大家当立法委员，龙龙要看紧荷包，要监督政府。这是哪门子监督政府啊？你们根本放水嘛？你根本不想处理，你们根本不想尽你的职责嘛？然后就把它乱成一团，然后呢，那卡住被割。到现在目前为止，国营事业已经剩下不到两个月，国营事业预算还没有通过。上个会期最后是什么？你们用1000多个案子在表决，一个小时表决8个案子，这到底对吗？所以，既然大家讲好的事情，要理性来面对，大家要好好讨论，请不要再做任何变更。长市长、党鞭都上台讲过的话，所以我还是恳请哈、下午我们就到院长来组织草草协商。有意见，你问了，跟来不要紧。这个草草协商，党鞭都会在。其他委员要来表示意见，要协调，要按照拢袂要紧。你最来，这样不是到人来协调的，要冤家啦。所以拜托各位，今天好不容易走到这里来，至少劳基法的争议，我们往前推了一步。我希望在这轨道上面，我们一步一步往前推，大家共同来面对自己法案的核心价值，对所有的劳工朋友来做一个。都会好好的交代，你就用会的好了。早上其实是院长协商的一个决议。总召你先不要离开。那个我们早上是临时处理的哈，所以我们早上是到中午12点结束，下午我们会进行我们正常的议事的程序。对。上午不正常，是特别交代啊，嘿呀、啊，不是正常程序的一个会议嘛，嘿呀、啊，是我们临时放进来的一个议程嘛，不是我们平时的处理哈，所以我们今天这怎么会提散会动议？我们12点就要处理啊，上午的处理啦、啊，嘿呀、啊，早上大家想好了，对呀、啊。下午我们要审查环保署的预算呐、啊，你安尼个处理嘞，我，系啊。哎呀，叫关键嘞，我们要去啊。哎，安家边呐，我们家边呐。不，我们继续下午继续开会好不好？要处理，他要处理散会动议耶。动议呐，要处理呀、啊，你这处理你散会动议啊。下午，我下午继续开会啊！本来早上，我那我们先休息好了。
先休息，这样。因为他我们今天原来的议程是两天一次会。主席，按照议事规则，不叫杯葛。主席，你看一下议事规则好不好？提散会动议是本委员会每一个人的权益，不管人多人少，你还是得处理。休息，明天开会啦。主席。你这个处理意识是有问题的。我们先提散会动议，你要休息也是在要先处理完之后吧。总召，下午要大家要讨论协商，这边也在质询环保署，在协助他处理。楼下那么多人在抗议。主席按照议事规则走了。休息再处理呀、啊。休息五分钟。不敢表决啊。同会改期表决啊。委员会开嘛。表决啊。根本就不让开啊。你人多的时候才敢表决，你们人少的时候就不敢表决。哎，那我们局不进责。人多的时候才敢在意，在委员会；人少的时候不敢表决。要处理啦！议事人员不能够叫走，议事人员休息了。休息啦！我上个洗手间不行吗？对呀、啊，已经整个早上都没有休息哎。对呀、啊。三位，那你办在三位也可以，没有意义啦，没有意义啦。年呢，我早晚早。啊，那你处理了？我处理啊，主席。啊，处理啊，那我处理。你不敢处理啊？不是不敢处理啦。这个讲无意思，大家群主的工会代志，照讲照行，是吧？你就是不让委员会开嘛？你要去那边的曹海香的时候，你正发言，这是下午只有询答而已嘛？你讲完再过去也可以。假如说哪一位？没有来，我等到他来没有关系，大家理性一点好不好？这样坦白讲，这一幕哦，这一幕对你们不好啦。那我们再继续开会哈，针对有散会动议哈，是针对这个啊，来你要宣读一下。针对此次瓜湖11月9日瓜湖会议，本党提出散会动议，提案人王玉民，提案人委员王玉民、陈怡民、蒋万安、李彦秀，宣读完毕。大家有没有异议？有异议哈、哦。那有异议，我们就进行举手表决哈、哦。赞成散会动议的请举手。四位哈、哦。好，不赞成这个散会动议的请举手。请举手。不赞成散会的，下午继续开会的，请举手。1、2、3、4、5、6、7位，好，所以不赞成者多数，所以我们下午还是继续开会。那本席在今天的这个上午的会议有收到事件对于议事录的一个勘验的记录啊，那我们会全部送下午院长主持的朝野协商处理。那上午的会议就到此结束，下午2点我们继续开会。
不用，到那边下午就去宣读。哎，好，对，好，好，我们现在是休息。